我们现在今天用最新的位置学去打。现在在吧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有没有人在？哎，更不了。登不了房间啊，什么原因？我来开个房间。南洋杯啊，可以啊，还好啊。我们南洋杯初赛超厉害的，真的是一片乱军从中杀出来，真的不容易。我看一峰写了个那个。哎，可以可以，也不能说话，操，什么什么情况？准备开始了？哎，啊，断了，等一下啊！喂喂喂喂喂！圈圈说脱口秀啊，圈圈在玩吗？没迟到，今天迟到。圈圈在播吗？在尬聊啊。嗯？你好，法拉利粉丝。哎，鸿蒙是什么？哦，法拉利很多粉丝，那个第一次看我们玩。我跟法拉利一开始也不认识，后来玩了几天，其实挺好的，没什么事情，就粉丝们互喷，没必要。这个决赛你们不是看了吗？对吧？就复赛其实更难打。波狼杀阿瓦隆，往后一些播。今天没安排啊，今天不是囚徒在播阿瓦隆吗？冲了对吧？今天不播阿瓦隆。没事，骂人嘛，可以理解。很多朋友们，也许是小朋友对吧，就不太高兴，很理解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来，我们看看啊，准备开始。我们这个应该在这里放一个，哇塞，这怎么打？这个把这个脱掉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计时板，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看看怎么样去记录这个。哎，怎么有这么多人啊？厉害了啊！那就开始吧。一下进来了四个人，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怎么样去记录东西会比较好？先，老是一二三四，我觉得很烦躁。我们直接记狼位，好，神位，名位。然后在下面写着上井井下，还要写什么？不恶心，还要写什么？看一下啊。哎，又掉了。哎呦擦，手残真的是，这手残，坑了自己，坑了自己，坑了自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干了一件非常蠢的事情，一会儿告诉你们。好，我把身份隐藏一下啊。好，可以。营养进去，稍等啊，我在进场凝血，我在进血凝长。啊，我刚。
刚刚不小心点错了。我的鼠标卡住了。六号玩家全场唯一正义赢家，翻牌查查七号。摸三。摸三四。稍等稍等啊，有点卡我那个。好了。刚那个谁啊，六查查七，警徽六六三四，就如果说，六号两张牌对跳的话，我会站到六号牌边，因为你七毕竟是原地起跳，而且八号牌给他当清水牌，你牌后缀解上多了，他怎么能准确查到能冤家牌？那我底牌是个好人呀。六是我的金水，而且六七两张牌反应一般般，不容易开好，但力度这个六的力度比你大，好吗？但从力度来讲，因为你七的发言跟六的发言，我觉得都不好。站边这个。先井上站边这个六号嘛，井下再看其他牌的站边跟上票，或者是让好人牌上，只是他们不会分析的，但是在前缀发言，好吗？就过了。井上先转那张。我们先来猜一下，这一轮的狼可能在哪里？哎，这是谁？哎呀，我觉得你六的发言并不好，好吧？你六的发言并不好，但你七为什么要原地起跳呢？就我在想，如果你七作为一张狼人牌，你在这个位置原地起跳去碰逻辑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你又没给这个 buff 查上，但你又起跳了，可能你在我这儿预言家面有大了，因为六在我这儿一听就是个像个扎身份的牌，好不好？拿不起张预言家牌，十一底牌是张守卫牌，好不好？就昨天守的三，守的三，好不好？就女巫呢，你就不要跳了。我跟你这么讲吧，你跳我也不管，好吧？我不守你，我就在预言家跟我十一号里边守，好吧？就逼着你不要跳，好吧？我十一是张守卫，昨天守的三。哎，有毒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他轮到我发言直接掉出去啊！完蛋，我十张预言家真的完蛋。阿瓦隆他们轮流跟。人人有主播播的呀，啊，没事，那咱拿个警徽又怎么样？直接盘四狼，懂吗？谢谢樱桃的挖掘机。临走前看马抵抗，别着急抵抗。哎，我他妈太坑爹了！我验了个六，是这样子的，十一是守卫，那五是一匹定狼，懂意思吗？五是一匹定狼。谢谢礼物，谢谢闪金的虎粮，亲爱的朋友可以挂一个，对，直接送六十六的虎粮，可以直接挂个牌子。哎，你们等一下啊，我他妈这太坑爹了，这莫名其妙，我都还没开始发言就直接掉线了，太不友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边，哎。哎呀，这张十二号牌全程黑麦的，好吧，然后我来盘一下吧。六号牌第一个
第一个就是说，第一个发言给这张七二牌丢了查杀，那你们只能盘就是说颈后都狼多狼的那种格局。那再盘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说这张七二牌是张狼人牌，那他这个位置接到查杀，他完全可以让他后面的狼同伴去跳，那就只能盘他后面就是说没有他的狼同伴，那我们就只能盘颈下多狼。那我们今天去看一下谁能吃到警徽，就很好，这个局势就很明朗了，对吧？然后再看一下投票情况，那投票的那几个人的发言他和他们的站边就 OK 了。五号会换票发六查杀，或者给六金水让他退。四号还发言好吧，然后六号、十二号，你们信不信？两张牌走这边黑麦，就你们说六号起跳给七号发一张查杀，然后七号起跳。就九号这个逻辑我是认的啊，就是说原地起跳查到你这个真预言家，就你七号原地起跳这一点，就九号这点没错。我知道，没事，没听也不能排除把这个七号牌打死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九号这么急着往六号团队里面钻，就这点不太好，对吧？逻辑我是认，但是你毕竟在七的第一顶会留一点，是不是？这是我的 MVP 手环，你牌是一张好人，我有三个，我有四个。六预言家是面是大一点啊，就不说其他的，其他的不说了。一个八八八，要不抽奖送你吧。哎，坑爹，我要起跳了，发金水给六，给六那个金水。不太卡。对啊，一共打了八场，太卡，卡掉了。喂，我不上了。是不是？你先黑麦的一张牌，就我说的小白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七号如果是个狼，进一下就过了。就问你，如果六号拿到票呢？你下半场的思路，六号聊天。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，请举手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个警徽我一定要拿到，因为我是个预言家。快点投给我！快点投给我！快点投给我！快投给我！快点投给我！是网的问题。哇塞！莫名其妙。六号是我的金水，一三十投给六，八投给十二。哎。好，六七双死很好，六中刀，七吃毒，六是女巫。十二号把你麦调一调啊，你先给我退出去。如果你是张预言家牌，你给我退出去，退出去之后再进来。我这号不是预言家，我是张女巫牌，我只要把这张七号牌泼了，好吧？为什么要泼这张七号牌？我边角位置出神，这边角位置就很容易出神。然后七号那张牌，我觉得要不就出狼，要不就出预言家的牌，赌了一下把这张七号牌泼了。还不知道七号是不是唯一预言家，我觉得不可能，我觉得七号这种发言怎么能做成预言家呢，是吧？如果真的读错了，那就是我被大锅。但我觉得我应该是炸出一匹狼，警徽给你十一号吧，守卫没人拍，对不对？然后拍下给我翻个新，没有是吧？那警徽给你十一号，你让十二号先发言，看他是不是预言家。底下要开狼，好吧？哎，我觉得有对跳了、啊、是吧？五狼七狼啊。武器两狼之后再看一看，自以为是得意洋洋的，我操！我这预言家破出局了，你还笑嘻了，吃东西，你有脸在吃东西？我一张预言家牌，我靠，被你破出去了，你他妈能放手啊你？哎，你一张女巫牌，你把预言家给破了，就在这张唯一全场唯一真预言家你就破了，你不放手，警徽不给我，你笑嘻嘻的，你在这里把警徽拿着。
还给十一，我操这八号，你的金水你又在玩什么？你投十二又是干什么？哎，我的金水验出来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东西，怎么给？哎我，哎，这是卡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们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是断了还是什么？五号玩家被任命为警长，五号玩家被任命警长，我操，暗无天日啊！玩家破案呢？警上打了二，他这个发言我没听懂，好吧？就他打二那个逻辑点，我一定会按照实际情况打呀。就是我要说一下心路历程。但是如果要就听十二吧，看十二是不是跳预言家了，对吧？手一直刚在警上，就哎呀，真的你应该给十一听十二发言，对吧？这样聊，不知道你给五是什么情况？五是什么身份？你知道还是我知道？给我也知道五是什么身份？四张打五。就听十二发言的好，四张底牌一张好人牌，一是好人。我的天，你要真把预言家拖走，这把你这个六在干什么呀？你怎么把底牌飞给了五呢？虽然我对五那几张的状态，虽然他盘的逻辑可能我不敢苟同，但是我认为他状态可能是一个好人。你求的这么飞的那人怎么办呢？七是守卫。六十，十一。听听这个十二怎么聊，好吗？我想听听看十二怎么聊，因为十二号是到最后还没有放手，看到这个八给这个十二双票，以为八号是一张失了智的牌。任何一个人都是实力跟那个好吗？哎，他自己懂，好吗？就没想到他还有可能是上对的票，对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听听这个十二怎么聊。我觉得前置这个不能，听发言状态。不太好，好吗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真的对局势的担心，因为上完全忘了，怎么见东西啊？走了个女巫，可能走了个预言家。但其实我觉得七那样的发言应该不能是个预言家。就你张预言家牌，你被一张狼人牌查杀，你第一天发出来只有是个金水，你在所有人的视角里是个被迫起跳的，而你发言起身的第一句话都是什么？嗯，好，你这个六不放手，你先出局。不是哪来的自信呢？对吗？我觉得太卡了，完全连下面的票都没有。我觉得这七六就聊得破，但是他遗言的时候又在疯狂的骂这个女巫，哎，我也搞不懂，好吧，真的搞不太懂。今天看这小二怎么说。二号牌这点我很不解，就是你说这张五号他下。在我看来，就是狼人知道自己把这张六号牌刀了，他要发言这张六号牌吗？他自己都已经把他刀了，对吗？所以你就这样子认下来这张五号牌，我是不怎么认同的。最多还有一张。我想再听一下这张五号牌的发言，不然仅会在一个狼手里的话，我们就是很危险，好吧？他肯定不会归他自己的狼队友的。听一下十二号牌的发言吧，因为他是全身黑麦的。这张七号牌的金水牌，八号牌是八号牌投票投给了这张十二号牌，对吗？刚才票型我没有看，但是我想听一下这张八号牌的发言，看他是不是发言好不好，是不是一张好人牌？因为七号牌临走时的发言，我觉得还挺气愤的。本来，等会再说吧。哎，谢谢你们新来的。就你盘六是个女巫的，上不跳鱼，七就是预言家牌，真女牌，那就八要不要？对五的这个发言顺序也是给八的一个聊，好吧，没问题吧？如果七十对跳，就看一下七和十二怎么聊，好吧？就说好这边对吧？再决定好吧？如果不对跳的话，那八是个陈几位，踢八贵票就好了，因为八是七的金水嘛，就这么聊好吧？如果七十二对跳的话，让我想一下好吧？看十二号聊得好不好？十二号聊得好，那我就站十二号的边，好吧？十二号聊得不好，那出十二。这张井上投票给张六，很简单，因为七是一个六发言很烂，七发言也很烂，但六但七毕竟是一个被调查杀起跳的人，且井后置位还有七张牌，好吧？所以我好，我发言啊，先加十。我是一张，我确实是张预言家，刚刚一直在卡在掉，
然后悍跳被毒掉了，我觉得这把开始是六号的功劳，对吧？我第一轮摸的是谁呢？我第一轮摸的是六号。为什么摸六呢？理由很简单，就我发现网杀对面张牌是好像是坏人，确定掉非常重要，我确定掉他是张好人牌，所以呢根据我的这个经验，上面的51必出狼，下面的17必出狼，上面牌的51里面5应该是一张定狼牌，因为11是张守卫，5是没有身份的，我觉得这一牌中他应该是张定狼，下一列中的7号是一张悍跳的狼牌，那么1号张牌我就放一放，好吧。那么现在我们手握两张狼，5和7，除5、7之外呢，那么同时定位5、7的话是一跳守卫了嘛，就放一放，然后1号我也放一放，好吧。那么边角位的问题就处理完了，1、6、7、12，对吧？6女巫7狼，那一是7狼一是先放一放的牌，那么在其他位置要再出两批狼看一看啊，那么这个位置就比较好挤了，实际上就是2、3、4、8、9、10出两狼，对吧？2、3、4、8、9、10，十号投我一票，可能是因为我刚在井上，所以他投我一票。我觉得十号应该是张好人，七好像是发了，七是发八金水吗？对吧？那我觉得八就是张定好人。那么八在这个位置中，我们再看看，我们再转移一下位置，从2、3、8、9来看，那这一对组合中应该也是出狼的。哎，这个网杀就赖皮，这个位置真的很有道理。所以2、3、9里面有狼啊，2、3、9至少有一批狼的话，40只要拍身份或者听发言就可以了。本轮一定有出的人就是出这张五号牌，五号牌是张定狼牌。那么除五以外，二三看一下啊，二三，我看看下一验验谁。五号砸我鸡蛋也没有用，你是一张狼牌，你可以多砸点鸡蛋，反正鸡蛋也是收钻的，对吧？我下一验在2、3、9中去摸这张，因为如果五号是狼，40、51啊，可能如果只有一匹狼的话，2、3、9可能出多狼，所以我倾向在2、3面摸。刚刚三是好像打了五的，对吧？那么2、9摸，我看看啊，因为九跟三是认识的，对不对？我摸一下二，第一摸摸二，好吧，第二摸摸十，二十顺摸，好，二十顺摸，那么狼坑也清楚了，就这么一点了，好吗？本轮全票出五过了。五翻牌怎么办？这张守卫牌，好不好？不跟我跳了，你就跳。我今天我就守十二，我就认十二是个预言家。井上我就说六的发言不好，七呢？我为什么定义七不像个狼？当时因为这个六发言本身就不好，像个张身份的。我对七拿一张狼牌，其实听到六的这种发言是没有必要悍跳的。但六第一天倒牌了，假设这个六是个真预言家，这个七必须跳，就他没有必要让他狼同伴再送出来一张，没看到。所以七一定是个狼，十二一定是个预言家。我是张守卫牌，我觉得井上九换张狼人牌，八一定是个好人了。你十二号。你这个八是给你十二上票的，你不要弄错了。这个十呢，不知道什么牌，我觉得可能要跟我跳守卫了。好吧，我你随意跳。我今天一定守十二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二五九井下肯定是开狼的，好吧？井下是3、3、8、10，那三十也要开狼，好吧？就今天呢，五九里边出吧，好吧？五九里，五九里面出，出五呀。十号，这里是一张守卫牌，对不对？第一天空手，今天我不知道占没你十二号吧？你十二号凭什么说五号牌这张狼人牌？对不对？五号牌拿警徽，啊，十号人，对不对了？平号牌，我不知道你是挡刀的，还是一张悍跳，还是一张悍跳，还是一张狼人牌？三四如果是好人，就二十。五七二十，给这张五号牌。五七二十，看一下。他跳守卫不出十一就放下他，就二九。二牌说什么？这张七号牌给八牌发张金水牌，现在哪里什么井下多了，对不对？井下多了，你不排除怎么说呢？我也可以复盘。那呀，如果你们想听，一号给我对跳守卫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局，对不对？就跟我线下局一样，别的桌打了三小时，我这一桌一小时。明天不多，因为我井上就自爆，还有井上就自刀自损。是，如果认十二号的冤家，八号牌给你上票的。为了我们能去更多地方吃好吃的东西。七八次双狼，所以说六号牌直接取掉，给张八号牌一张金水牌。你十二号也不拍，对不对？你直接打这张五号牌是张狼人牌。你怎么知道五号牌是狼人牌？五号牌你摸了吗？摸都没摸，对不对？井下是1、3、8、10，四张票。我十号牌是张守卫牌，那这张1、3、8是什么牌？如果你认八号牌是张好人牌，那你今天过13里面归吧，对不对？井下不可能没狼吧？我不想去摸这张毫无难度的十跟十一，行不行？十十一出一狼，
外置位如果有两狼的话，右边就必须得摸这张。还是就九张牌摸不摸呢？我觉得就不摸了，因为九这个位置在右边，七是一匹狼，十是一出一狼，右边就不摸了，摸左边对吧？左边的话上紧的是二四五六七九，那么一三是没上紧的，一三因为七是狼就直接摸三，三是打五的对吧？我摸一下三，对对，这三有点尴尬，不是你想摸三，验九验九是几率十二号你打死呀，你七号牌聊都不聊的，对不对？九后面发红包啊，去微博抽啊，我得发，去微博，谢谢你们送的大宝剑，一三八是张什么牌？对对，你八牌为什么？我没看见他直播。你发他进来，你给十二张票。行，那十二是烟家，你八牌张。行了，十号可以过了，我是十二号。九十一，和那边两个呢、哎？过吧，过吧，过吧。这边哎，你这十二是个冤家，七是个什么了？哎，不是这个，这个十号牌在跟我聊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是不是聊爆啊？不知道你是不是聊爆了，好吗？就十十一里面开一张狼，你看七十张狼，八一定是个好人，十二是我认的预言家，好吗？十二是我认的预言家，嗯。好，四五里面开一张狼，那左边三狼了。我觉得是这个五，好吗？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六为什么。左边三狼了，是吧？除五以外。我觉得应该是五七。一二三四出两狼了。好吧。一二三四出两狼，一三井下。七十一狼，我就必须得摸三了。三十好人推一，对不对？那你认十二是个预言家。他我说那么多干嘛？我他妈是张尸体。啊，你这个是在跟我聊什么？但我在不确定，因为我没有验人功能，我不确定你十十一谁是一张啊、嗯。谢谢你们的补聊。随便去打你，因为我的信十二是个。哎，你们觉得是不是啊？我来猜一下四狼。那两张牌今天晚上就很简单，先把这个写好，五七。你十一去守十一，好吗？十一去守十二，十二倒牌，十一出局。你十号牌去守后追的那张。五七十一。哎，怎么走了？那无所谓，你们两张牌都去守十二，等着十二去摸你们不就行了吗？或者你十二号牌倾向于是三啊，他们意思你买单就行了。倾向于是三，从位置上来看是三。首先这个鸡它从位置上来看是三，他发的那个言，有没有道理？你们理解我的理论体系吗？在顶上没有听到十二的发言，好吗？但十二刚在顶上，他这个发言我把它就认下来了。首先七是张狼人牌，左右是个女巫，那八是七的金水能给十二上票，你到时候八张牌保不保得下？八张牌肯定能保得下，那你十十一里面开一张狼牌，七张狼，左半边我定义五十张狼。对啊，我来回啊，来了很久了。然后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吧。我听再听发言，我听得很认真啊。嗯，他们两个一起来的，你们可以都去守这个十二，就他让十一来守我。啊，十一如果守不了人，我死了，岂不是让守卫不要守我？你十二号牌可以去哪里摸？你可以去一二里面摸，或者四五里面摸。好吗？去把这个爱情的五号牌摸掉。我一边打，一边跟你们讲我的理论体系，好吧？我们的理论体系就是，边角位必出神狼的变化版。边角位是一六七十二，所以其实它什么呢？它是紧紧相连的两张牌，当中这边就这边它是这样四个位置嘛，我把它压缩到一起，就是两张隔四张，两张隔四张，懂吗？就一共是三四十二，就是这样一个圈。所以他对面的这个，他出十二，他出只要出五就是好人，对，他就这个位置对着的，理解吗？就是一组牌，这一组中有神或者狼，懂意思吗？没有扯肚子啊，这个非常厉害的理论。那谁是好人？给我放手！他出了这一点，你告诉我他不是我卡，是这个。我想到一个取办法，就是我首先说一下为什么要上票给这个十二，因为这个六是第一个井上放了那么多，井下一共只有四张牌，对吗？不可能是七一张狼人牌上井，对吗？所以就是这个六前就会跳了张预言家牌给这个两个，对吧？我们再调整，比如他。比如他右边是，哎，这个六千就会跳了一张预言家牌给这个七丢了个查杀，然后这个七在我这边跳的是稀烂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稀巴烂？所以我觉得稀巴烂之后，然后这个十二，然后是井上黑麦的，黑麦了之后，这个五的发言让我把这一票上给了十二，因为这个五在聊什么？这个五起身问这个问这个十二说你十二是不是跳预言家了？对吗？就是如果在一个闭眼视角里面，六七已经形成对跳了，他为什么五号牌会觉得这张十二号牌
再跳一个预言家，对吗？他起身就是觉得，哎，十二号你是不是跳预言家了？起身我看到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五号牌好像是一个开眼的视角，并且我觉得这个六，虽然聊的比较刚，然后这个五的发言让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六，你不要说我聊刀型，我觉得有可能觉得这个六是一个吃刀的牌，就是这个五，我把五定义成一张狼人牌，这个六有可能是第一天吃刀的，然后这个五知道这个六有可能是一张炸身份的，他看到你十二号牌举着警上举着一张异常票，所以他觉得七不是个预言家，七是他狼同伴，所以他在对话你十二是不是跳预言家，所以我就把这一票上给了十二，好吗？因为我不信，就是如果七是个预言家，我不信后这个警上没狼。但是就是六七七好歹是张狼人牌，那么上票给六的是一三十。对吗？其实在这个六跳了个预言家给七发查杀的是，哦，我其实我是更倾向于十是一张守卫牌，因为就是第一天其实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是有用的，不但我跳张守卫牌干什么，有可能六号牌是一张吃刀的牌，你们去你们敏六是一张女巫牌，然后你警上跳一张守卫再给我找守卫，是这意思吗？就这样子，就是今天十十一两张牌不用去验，因为十二号牌但凡去验了其中一张牌，那么另外一张狼人牌，对吧，就是一定会刀掉十十二里面其中一张牌，这样子你十把这个十二给守住，对吧，十一把八给守，把我八给守住，就是明天我不希望看到我右边八十十一十二四张牌任何一张倒牌，对吗？就明天十二号倒牌你十出局，我八号牌倒牌你十一出局，十二号牌第一天不用验十十一，对吗？因为你去外这边验，这样子想了吗？想了吗？想了吗？不要去惹毛他们两个，你还能多活一天，懂吗？你去验了其中一张，他晚上另外一张，因为你预言家坐实，另外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好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十一来守我八，可以了吗？好吧，我不希望起身看到我们四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今天初五，好吗？我觉得五。哎，可以啊！听一下五发言，五发言好就投十一。来，这局呢是百分之百输了，狼在哪里？我直接跟你们说，十一十二两匹狼，还有两匹狼在一四一到四里面。出两匹狼，来，我来跟你们说怎么回事。六号是张女巫牌，直接给七号发张查杀；七号是张预言家牌，给八号发了个金水。所以张十一号警上就跳张守卫牌，知道吧？就十二号，他听我的发言，感觉我像一张神牌，像猎人牌。他说：“哎呦喂，我跟你说，六号这个位置是女巫，我玩过 N 版六号女巫的情况，十二必定是张铁狼牌。今天呢，也不用出谁，就出我就可以了。我怎么会给你扒？百分之百十一十二两匹狼，你们相信我？哎，你们把我的话给记住。”这么贴啊！相信吗？就十一十二肯定是加个十啊！上守卫牌，八号八号好人就哎谁？哎，你给我点加十卡！哎，那我他妈感觉你像张预言家牌嘞，那我又不想服你。那你他妈的你说我上狼人牌，你从什么观念告诉我的？哎，你说对角位，你验对角位。哎，我如果再送个礼物，他会不会叫爸爸？你有验过我吗？我问你十二号牌，你有没有验过我？哎，你没验过，你说我就说我上狼人牌，你凭什么逻辑来说我上狼人牌？你不就是问我发言很高，你感觉我像猎人牌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每次玩狼人杀都是我像猎人牌，因为我说话说的很刚，知道吗？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，没钱，考虑一下。穷。你是不是上？穷。你应该不上预言家牌，因为我真的很迷信。六号玩家上女巫牌的情况下，对峙位肯定上狼人牌，十二号位置肯定上狼人牌，知道吗？六七两人都是好人。因为五号，因为十一号是狼的话，五号就是好人了，所以可以投十一的。所以这盘我想出十一。真的。就我每都是，哎，你没有没有没有总结，我出十一，哎，出十一。因为你听我的发言像个猎人牌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出十一吧，十一。因为五号是个好人的话，因为定位五号是狼，是从十一号是守卫，然后去定位五号是个狼的。对，互换。如果五号真的是一张好人的话，十一号就是个狼。您守卫的身份，十号是上守卫牌，所以你十二号你觉得我上猎人牌？哎，到时候我拍个猎人牌的，我也。那如果不出十一，白天这个明着的，是不是你们分？就是明跳守卫的话，就在一三中出。初一，因为三是认识的人，我靠！错的呀，六一是八，反正八号肯定是上两张好人牌，我觉得八九是好人，十一十二都是狼。哎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你们要投就投出来，如果你们要投我，我把总分。哎，不行，还是要出十一，认准是狼就出吧，因为十的发言好。我就心就软了。我出十一，初一还是出十一吧。好了，我不。九如果倒钩就把它放到最后去，我现在问题是屏幕有点卡。对吧？你们说出谁来？你们刷过弹幕？对，啊，虎牙了，刷波虎牙，挂一个我的牌，出十一。啊！哎，我都没出来。
什么东西啊，我都没出啊，我都没点啊，三号是我一张要验的牌。卡了卡了，把我的投票卡掉了。哎，不是吧，居然还有这种操作。哎，怎么出得到我头上的呀？我看一下，我底牌是个好人好吗？十二号是个预言家，是个狼。我觉得二起身的发言告诉我他是一个狼。我觉得十十一中开一个狼，二是一个狼。鉴于二十两张牌都莫名其妙这么有默契的投到我这个三号头上来，所以我觉得二十是两个狼。我觉得最后一张狼人牌可能是这个四，好吗？我建议预言家就在一次里翻一张，但其实我觉得这局游戏不太好赢。好底牌只能是个平民，对吗？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，他只能是一个平民。就外之外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就不说太多了，好吧？反正在我的视角里，这局游戏其实挺明的了，所以我感觉把我一个好人推做机制轮次已经足够。我感觉请女巫大胆的开赌好吗？因为我感觉狼也知道。他在说什么？那女巫已经倒牌了，好吗？不知道狼能不能听得出来，反正他在说什么东西啊？那我是个好人，怎么说到我的一脸？他在说什么东西？他女巫已经倒牌，把人堵死了，他让女巫开毒。我其实有点想在二四，我真的很想去飘那个十一。哎，不是，哎呦，很烦好吗？有点像。你们自己去盘。哎哎哎，什么情况？卡了。看一下验谁啊？嗯，三倒牌的话，七是狼。我想摸右边，不想摸，想摸左边，一三理论上应该摸下一的，看一下啊，摸一，果然是张狼，可以，没有看错他，我很相信。那就是五这个位置兑换一下，对吧？一啊，也就这个，一三七十一，所以就十一也是张狼啊，撒谎。所以我上面一排必定有狼的，这个理论体系是这样理解吗？五是一个好人，那十一一定是个狼，这就是这么赖皮。啊，十中刀啊，十一送嘛，十一是送的，所以我说刚刚应该啊，什么情况？十自爆啊，十带二，我靠，那有点乱了呀，十猎人跳守卫啊。那就对了，那还是五呀，那判断没有错，那还是五，那没有错。等一下啊，连一下。我知道这样卡住，我这边第一时间会看到。所以这一把应该是把这个先把查杀走了，一投了五。加发言，五号追杆枪，想把二给崩了，这位跳一杆枪，一投了五，对吧？所以你十二号告诉我，你狼牌走的，场上还有三狼，就是上女巫牌，好吧？上吧，为什么挂五？五认迷，你把五出了，把警徽飞十二，人吗？真的是你们从外置位归。什么人把五出了，十二五出了，警徽飞十二，今天晚上十二还能验一个人，我是拿着这个逻辑挂了五一票，你五十，且第一天六是一张任女巫牌走的，对吧？你如果走一神一迷，那还打平衡，他有的打，好吧？所以我挂了票五，这是我挂五的心路历程，好吧？挂五，五出局可以把警徽飞十二，十二可以多验一天人，好吧？这是我挂五的一个心路历程，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打，好吧？这把二三里边，我感觉是要开狼，好吧？你四不，你四起上把我一，那你四比我一是，一号查杀啊，小伙，你说多了，在三倒牌之后，我只有一眼就是查你一了。你现在自爆省事儿一点，不自爆我接着聊，因为你一定要刀我的，对吧？你是一匹明狼，不自爆呢，我就开始展示我的这个展开我的这个理论体系了，先加个十，我都加十了，你现在自爆很划算啊。没关系，你驾驶蒙我的这个的，已知一是一匹狼，
就那就更确定八一定是张好人了。那么一二七八这个四人小组里面只剩一的最后一匹狼了，是吧？那么一是一匹狼，就刚刚十号跳了这个猎人跳守卫还是蛮危险的，差点去归十一，差点归十一。不过想了想，还是在一三一三里出比较好。我刚刚卡了，所以没有投到票。刚刚弃票的人是三四五十二，对吧？五号也是弃票的，三四也是弃票的。刚一是投的五，八是投的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八十张定好了，十一投的十。啊，十一被十抢身份，这个票型好理解。九去投了二，我觉得九号去投二的话，九号去投二的话有一点点分票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已知七这个狼人已经出局了，在坐在我上面的五跟十一里面，按照位置来看，真的很容易出狼。就是十一是定守卫的话，五，这是我为什么打五的原因，知道吗？九一直保持这个警惕的。所以说七是一匹狼，一是一匹狼，外置位不确定的两匹狼，假设二三中推掉一个狼，那就是四五中出九最后一个倒钩，对吧？就是这样位置。所以我想想我验谁，以及给大家留一些之后的信息。本轮一定推一，四五跟九的话，看九打倒钩打的不多，对吧？我们就让九继续打下去，没问题。三是很早就打五的，我记得三是很早很早井上第一轮就打五的，所以我接下去一摸其实没有位置了，就现在已经不是位置流了，只能去摸这个四，对吧？四的信息相对于更少，好吗？摸四五这个位置，说实话我是相信系统的，就是系统很有可能会匹配五这个位置一张狼人的啊。我为什么去摸六？整个理论体系的关键是预言家对面如果做着一张好人牌，然后我们才能分析上下行的这个相互关系，对吧？所以再倒过来看，这个十跟十一双神四五应该是出狼的，我觉得如果摸出来四是张好人，就可以扛，就可以扛推五，好吧，就这样过了。不是呀，一既然是个叉叉，一昨天挂的是五，一起身说我想让你五把警徽飞给十二，对吧？一是这么聊的吧？一会儿去跟我们的佩佩一起玩。要是一是个叉叉牌啊，这个五你得放下来啊。没聊爆，语病就语病嘛，这个游戏本来就是发言的，为了怕聊爆不发言还玩什么，对吧？是一张猎人，你为了追小姑娘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投票，不做动作，昨天都是单票出的，那单票出的是不是很危险，对吧？我十一号是不是直接能被飞出去？嗯，一张狼牌直接脱节的。比赛的佩佩，我觉得三像一张狼人牌，我第一天守的这个三，这个三起身什么都不我知道，我在看黑，对吧？然后我说我昨天其实想挂十一的，结果这是三的话。那而且我已经很往下逻辑了，我已经整个人都是往下情绪了。明天在四五九里边再看吧，还有八九。我昨天守的这张八号牌，我以为是什么什么什么，谁守的八号牌啊？好，这次的一，好吗？就明确告诉你们，右半边只出了七狼牌，像对吗？十一是个守卫。听多了就知道，唐飞不是狼视角的意思。这个不想解释，对不对？左半边是重灾区，好吧，今天先把这个一出了。西挂什么？好吧，那让我想一想。我知道啊，一挂的是五啊，那就是系统这把不是很谨慎，所以我说验四嘛。我也是姓五啊，所以我验四啊。那么四是个好人，是不是要推五啊？讲道理吧。十二。又断了。你能把我技能下来？有卡的人不难啊，网杀。我说，我觉得网杀特别简单。就是还是固定的，谁自保了？哪有人自保了？相对来说，它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基础点。面纱中也试了一下，不是那么好用。面纱中试了一下，不是那么好用，但是网上还是挺好用。因为它几个位置我估计系统会有一些设定嘛，只是它的就它的小随机概率是在大随机概率下面的，对吧？就比如说一定要有一个男厕所和一个女厕所，它不会做出来一个只有男厕所的板子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它的。这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地方。
路由器太长。不知道别人为什么不掉啊？路由器啊，是无线网不好吗？呵呵，李锦啊，笑死我了。现在是九号小姐在发言，她没什么好发言，她肯定是继续站边我呀，还能干嘛？哎，其实验，其实说实话，验九号也是可以的，没有位置了。今天出了这个一，场上还有最后一张狼人牌，七是个狼，二三里面有一张狼人牌走了。今天出掉一，场上还剩四九里面最后一张狼人牌，这张五号牌，你九号牌不要打它。你十一把十二守住，你晚上死掉没有关系，因为四九是一个验一杂一的关系，好吗？就是我跟你这个十一对话，一定要把十二号守住，因为只有你两神，懂了吗？明天的一推不能推错，好吧？就是你今天还来打这个五，这个五一定是一张好人牌，因为位置上一已经是个狼，那么五这个位置一定是张好人。其次，我这张八号牌等于是一张双金水牌，昨天是在末置位，对吧？这个十二号一张预言家牌要出这个五，我一张双相当于双金水牌在末置位要归票这个五，这个五大概率是有可能要出局的一张牌，对吗？而且这个五也说了，说我认出，我出了之后把警徽飞你这个八，对吗？你告诉我两张八十二，两张好人牌要归这个五的时候五，然后这个一，对吗？真的，一与狼同伴，这个一还会给自己的狼同伴上一票吗？所以我才先去玩二了，对吗？这个一是个查杀，一上楼挂票这个五，那这个五一定是一张好人牌，懂了吗？就是。十一是一张守卫牌，我定一二三里面一定出了一张狼人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狼坑，我点一下，就是一七两张狼人牌，现在的连神位是十十一十二三连神，那我现在再找一下连狼的位置，以一为中心原点去找狼，那么一是个狼的话，它旁边的连狼位只能是这个二，懂了吗？它旁边的连狼位只能是这个二，那如果你说二不是个左右开狼。边角三是个好人，对吗？三是个好人，那就是四位一体的体系。那你如果盘二三都是好人走的，那就是一四七九。但是我觉得你四九做不成双狼，我觉得你四九只出一张狼人牌，好吗？如果你九这边是个狼，那这边如果你九是个狼，那右边三四好人的话，只能是一二七九四张狼人牌。就是连狼，因为九这边连狼已经连不起来了，那只能一号这个狼位能连起来，根本不是看对吧？狼人有多厉害，是看好人有多菜，懂吗？四就是个好人，你碰到好人菜，你就能狼人就能赢。那如果你碰到的好人强，你去找连狼，只有手刀你对吗？理解意思？如果你二三都是好人走的，是这样，不可能，根本不是谁谁谁玩狼人厉害。二三里面已经走了一张狼人牌，今天把这个一出掉之后，场上就剩最后一张狼人牌。你这个十一，你晚上可以只因为数据还不够多，所以你十二号一元验人就行了。很厉害，十二号我倾向于你把这个九验了，这个东西只取决于对手狼，对手的好人有多厉害。这个位置不对，且我盘右边要出狼的，真的好吗？这个四虽然信息量比较闭眼，我觉得这个九有可能是个倒钩，好吧？把这个九验了，你十一把十二守住，九是个金水，把四出掉，游戏就赢了。相信我，骗不了人的，所以我就没打算骗人。你骗人你就输一半。我问你们，一号是个狼吧？哎，我在末置位的时候，我说我是枪，我是因为我说我怀疑十二号是个狼，十一号是个狼，十二可能怀疑我这个发言像张神牌，像张枪牌，十一号故意再引十号，十一号故意再引守卫士出来，听懂吧？不要乱唱个别人发言，哎。玩游戏要用耳朵去听的，知道吗？四号、九号玩家，就你们里面肯定有狼，不用说的，知道吗？还怀疑我，我是个狼，哎，用四号给我点人家是看啊，那我不归你了，我随便归一个，我不会死啊，问你们是不是？先出一没毛病吧，我是个狼，我的一号狼中还标我，哎，八号怎么不是个狼了吧？就不要去搞五了，那么就验九，定九。如果四九还有两匹狼的话，就很难玩下去，知道吗？就所谓你自己看自己，跟自己看。验九吧，验九吧，因为三四九十，如果二带着走二三里面出狼嘛，验九吧。如果四九不是两匹狼，先出一，验九验九。哎，其实为什么不验四呢？
还是念四吧，念四吧。四还是九，刷过弹幕快，快快快，四还是九，快点快点，刷过弹幕，刷验四还是验九？你们现在有机会。九啊，要摸小姐姐还是摸四啊？我操，都想摸九啊！好，我去摸九了，出发。到底摸谁？没有办法，我现在说七十个预言家，你们信不信？对吧？肯定不信，好吧？没办法，好吧？说的这，你看我这个都不发言的预言家，打到现在也做成预言家，什么道理？昨天预判不讲道理，失误好吧？十一里面，如果能十一肯定是开一杆枪，开一张守卫牌，对吧？守卫会救我的，刀到枪上面了，但枪带了一个好人，还是比较赚的，好吧？然后晚上刀十二，好吧？晚上刀十二。完了，刀十二，刀我不是送吗？对吧？哪怕明天推一个出去，对吧？十一肯定明天空手，十一昨天晚上空刀呀，不是？别刀我呀，刀不是我的呀。外置位刀，他外置位也蛮难刀的，也蛮难，他外置位刀问题就是一刀就知道，他只能刀八，其实。就跟你们这么说好吧，今天把十二就刀十二好吧，刀死了。推九太残忍了，好吧？我们摸九推四。护身图名都不够好吧？过了。摸九推四啊。妈的，坑爹！谁让我摸九的？我就知道九是个好人，摸什么九？四不摸，直接推四。真的是，说了摸四推五嘛，好，推四。我的方案，我发言也是摸四的，怎么就变成摸九了？你们给我讲讲，莫名其妙。哎，我发言了。报四号查杀，好，又面临一个选择，报四号查杀还是报九号金水？交盘，昨天十一自首没有办法，好吧？就如果就真的，如果十一是昨天晚上不自首空手的话，这把起来绝对能掰。哎，谁说的？我说扛，是没有办法，好吧？啊哈，不要查杀，他已经查杀了。啊，已经崩，他已经崩盘了，心态崩了，心态崩了。耶、yeah, ，说明我们方向还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在理论体系下需要，哎。八，你这个视角真的是太清晰了，盘的逻辑是没有错，但是在如果在闭眼睛的视角里，就盘的太好了。就我是一张好人牌，我估计也得。什么情况？哦，我发言啊，好，摸了一下九号妹子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就万一扛推九比较尴尬，对吧？所以就摸了下九号，不，现在只有四号了，那就结束吧，推了四就 OK 了。哎，为什么四号不自爆啊？四号你不是露脸了吗？快点，自爆啊自爆啊！理论体系不行，我要加时再说一下，理论体系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那个四号你听得受不了了，你可以自爆啊。就是为什么去摸对面六呢？因为我再说一遍啊，因为下一把我们继续这样打，一会儿我们跟佩佩一起玩。就是对面这张六如果是好人，就上一行和下一行必出狼。那今天这把有点歪，因为上一行真的没出狼，也是因为十一票的守卫，所以我定五是狼啊。那么就没关系，我们现在通过发言是认下五了。那么下一行中七号这张我们就定狼牌，对吧？那么一号这个位置，跟七一号也是狼，就有可能五的位置移到一边去了，成立。二三出一狼，四出一狼，游戏结束，对吧？我们再丰富，一会儿再丰富一下理论体系，好吧？我没买预言家，自动的。玩位置上，就我那天要是守这个十，我没有买，然后太贵了。就我不知道他是张猎人牌，但是他的发言其实不是很硬，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有可能狼出来挑，那就细说。对啊对啊，就是利用这个概率打嘛。
声音没了。对啊，所以就至少要有一个啊，小野发言又掉，至少要有一个基础理论体系嘛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所以所以我觉得我的胜率高了很多啊。这老掉线什么鬼啊，是因为网卡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估计是网卡吧。人家六号我上好人牌，你十二号是什么鬼嘛？那对于职位上面一定是个狼。你们听过我发言吗？我问你，哎，你自己想想看。我就是听了他发言，是发言的一个人才认下他是好人。队友，哎，为什么四号还不自爆？我真讨厌这种发言不放的手，我们一直搞的。你不跳远，你把手给我放下。哎，我是个神经病嘛？你自己想想看，十二号玩家是不是嘛？哎，真的是我也是服气，就是因为为什么？你就是因为把我打死，你感觉我在怀疑你会不会以为我是枪？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是枪。那么十一号又没事，找事干，跳了张守卫，十号又跳了张守卫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八九两个人发言阳光就是好人，四号牌我就感觉第一轮就感觉像个狼人牌。但是其实昨天我本来说四号肯定真的可以啊，啊，我要叫佩佩一起来。我怀疑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我都这样子，你还怀疑我可能是像狼人牌？四号人肯定百分之百保我这张好人这张牌了。哎，我是个狼，一号狼同伴把我给票了。哎，我在墨汁我不归票。哎，我随便归好了，还好你十二号给我点了加时卡，要不然我肯定出局，是不是？好。好了好了，叫黑白一起来玩。我是担心他积累这游戏发言时间太短，他为什么不自爆啊？看一下啊，一二四七，啊，位置还是对的。就比较意外的是上一排没出狼，下一排确实出了两狼，就是位置从这个五这里移到了一这里，对吧？所以二三八九还是要出一狼的，你看我对不对？三四九十是不是出一狼，对不对？二三八九是不是要出一狼？已知八是好人，我当时说的是不是二三九要搞一搞，九坚定倒钩，二三要出一张，对吧？所以当时二三这个位置，就三四这个位置还是要出狼的。没错没错，基本是对的，就是还要再辅助一下发言。好，谢谢飞机，谁送的飞机？看一下，谢谢我想樱桃的飞机，谢谢我想樱桃的，这是什么？好小，看不清。火车头，好了好了，那个我们照样配备一起，我看一下房间，我来建一个房间啊，确定。毛毛是谁？今天没有阿瓦隆，要阿瓦隆我会安排的。哎，这个是佩佩吗？佩佩佩佩，是你吗？三号，三号小玩家是不是佩佩？哇塞，这卡的是不是佩佩啊？你声音卡的要爆炸了。我服。
应该是十几块钱一套的血瓶，挂过我牌子啊？挂好了没有？我改一下。好，改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开始了。我操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开车。我挡住了，你们看不见的，你们什么都看不见。没卡，没卡，我只是把它给弄掉了，我给你们瞄一眼啊。哎哎，看到没有？天狼小贴士：预言家一定要上井抢井回流。没买到，烦死了。我是张好人，我是张好人，我是个名，真的，大家都知道。哎，忘记割出来了，打二五九，上井位置一，三四。六七八十十一八十二，这么多人上井啊！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他什么都没说。嗯。他什么都没说，井下二。都上井了，出一张狼牌，应该是个好人。九。啊，可能只出一狼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可能只出一狼，好吗？真的不是，你们自己听错了。没买，我什么时候，我怎么可能会当狼呢？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。真的不是，我在玩那个上井。真的不是狼，我在玩一个手上有个东西在。
哇，很开心。好吧，我底牌是一个预言家，翻了对这的九是一张金水牌。为什么去摸对这的九呢？首先九号是就玩狼人杀很早就喜欢的一张高配牌。其次呢，玩预言家有段时间没摸过它了。我看看，下周的四五六七都不太熟悉，那我索性去摸摸对这的九是一个金水，好吗？摸出是个金水，挺开心的。摸前我还有一点点担心，好吗？担心他如果是个狼，我变不过他怎么办？好吧，那翻完一张朝上的大拇指向我招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局游戏已经赢了一半，好吗？我是第一个位置发言的，我翻出来对这的九是一个金水，这个九告诉我，玩预言家摸出对这是金水的时候，上之位或者是我的上之位可能要出狼，对吗？那么我仅会留打一打这个二吧，你也可以说我在拉票，好吗？因为你是一张井下的牌，那边翻出九是一个金水之后呢，我在想这个格局，毕竟二七十十一这么四张牌在井下，对吗？我定义井下不能不开狼，但是我觉得在玉宁那手的板子里，我们平时玩狼就按照我自己玩狼玩了很多场的习惯来说，一般都是三张狼人牌在井上左右，好吗？所以我觉得井下可能会开出一张狼人牌来，那么以至我井上三九是两张好人牌之后，一四五六八十二，这么六张牌里面，我定义起码要开三张，两到三张狼人牌，好吧？这个四呢，我第一天没有摸你，以后也不会摸你，看你的站边。锦辉流，怎么说呢？如果四号这个位置跳了，我觉得二号暂时可以放一放；如果四号这个位置没跳的话，我锦辉流第一张去打这个二，第二张去，打一打这个八吧，好吗？二八顺验，好吗？我锦辉流二八顺验，这是我。主要是我在前置方，所以我只能凭自己的想象跟自己的逻辑，以及这个九号生图告诉我，摸出预言家摸出对置位是一个金水，上置位可能要开狼这么一个奇怪的位置学来留的，好吗？因为他是我的金水，所以比较信他。一七，所以锦辉流暂留二八，好吗？井下的牌我希望给七可能是个，我来建个房间啊，确定。毛毛是谁？今天没有阿瓦隆，要阿瓦隆我会安排的。哎，这个是佩佩吗？佩佩佩佩，是你吗？三号，三号小玩家是不是佩佩？哇塞，这卡的是不是佩佩啊？你声音卡的要爆炸了。我服。哦。应该是谢谢我想樱桃的血瓶。挂了我牌子啊，挂好了没有？我改一下。好，改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开始了。我操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开车。我挡住了，你们看不见的，你们什么都看不见。
没卡，没卡，我只是把它给弄。加牌五九两张牌，我要看到票型。十一去聊，你这张九号牌，十一就是张九号牌，对对，真的太过分了。那我仅会留，先留一张这张五号牌，好吧？仅下的牌，很贵。五和九二号已经是一张查杀牌了，九我要看你的票型，我留一张五号牌，直接把对面摸掉。用我们的位置学，他对面是我，我是一张好人。情况下，我留所以上面一排的十一是张狼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八这张牌在警上尬聊了一波，我觉得八不像张狼的牌。下一排的十号牌聊的有点。下一排的他查杀了二，第四中还是有狼。第二仅会留验这个十去定义九，第四还是有。十二是全场唯一的预言家，我不想点加十卡了，因为我反水力警力。度最大了，好吧？是吧？这个一定是这样，我跟你们说，不要不信邪。好人道个歉，好吧？就我这里是张预言家牌，但是我昨天没有验人，就说一下，就我不是故意玩这种板子，就我昨天连接了1分59秒，还没有开始，我就点取消，取消重连，就直接进来了，好吧？进来就白天了，就我本来不想这么打，但是我是张预言家牌，就我必须要出来跳。就我不能给二号牌定一张身份证，因为我不知道二号牌什么牌，好吧？就我是张预言家牌，就跟全场好人道个歉，可能没游戏体验，好吧？但我这里是张预言家，没有验人，真的第一次打到这样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系统的原因，好吧？就被迫场外，但我是张预言家，就十一十二我不知道，好吧？就十一十二一个反水立警，我觉得大概率有张好人牌，就啊，希望好人把警徽给我，好吧？就我。真的不是张狼牌，真的是张预言家牌，没有验人，好吧。现在十一、十二三个人跳预言家，先盘预言家面最大的一张牌。现目前来说，预言家最大的应该是张十二号牌，因为它是张反水地景给二牌一张查杀牌。这张十一号牌是所有三个人里面的预言家面最小的，因为它给十二号牌发一张金水牌，对不对？就你十二号牌，如果是张女巫牌，你可以这样玩；如果不是张女巫牌，你这轮必须出局，好吗？就我不知道你在后置位就只有几个人了，你发金水干嘛？你肯定是想博力度一张牌。就我再来说一下这张一号牌，这一号牌他是跳了一张预言家牌，他没有给人任何身份定义，就说了一句他什么没有验到人。就这个也是他预言家面，好吧？为什么？如果是张狼人牌，他随便给二号牌定义身份或者给别人定义身份，但是他说没有验到人，好吧？这个场外就我看你十一十二谁放手，好吧？就我不知道，如果反正现在来说，如果人三个人刚到井上了。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好吧？就我看你们三个人到最后谁放手，好吧？就你们放下手的，如果十一号你放下手，你拍不出来身份，你肯定要出局，好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四号牌发言，好吧？谁是言家？我不知道。这张十一号牌，我跟你讲，十一号牌先出局，好吧？我觉得一号牌是张言家牌。因为十二号牌反水立警都不敢给十一号牌定义身份，直接给二号井下的一张牌发张查杀牌，你怕一号牌是一张钢板牌？谁退水了？有可能这张十一号牌是一张神牌炸身份的，给狼牌发了一张金水牌，狼牌借着这个力度顺势而发，给二号发一张查杀牌。这张十一号牌你有身份还好，没有身份的话你就滚动出局滚蛋，好吧？十一号牌让你乱玩该啊！咱一号牌都贴脸了，好吗？贴脸我就盘不到了，好吧？大概一号牌贴脸预言家我不知道，好吧？我不知道，目前一四二两张牌，我就好吧，毕竟贴脸我过了。好，发言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就首先我不是预言家啊，佩佩退不退水？佩佩要是退水的话，那么 OK， 我们再聊一跟十一的问题。如果不退水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。我们总得有一个基点嘛，对吧？就是一号玩家比较场外，小明玩家让他这样打呢，我也挺烦的。如果是听他这样打呢，有一点点赖皮。对吧？为了，是吧？来，我们位置学，对吧？位置学，哎，加个十，哎，加十很好用。就五跟二就必须得都进狼位了，五跟二进狼位，我们先按照这个方向盘啊。如果五跟二都进狼位的话，三四九十里面还是会出狼，啊，三四九十里面，哎，谢谢五号玩家的小心心，三四九十还是会出狼。井下是二五九，对吧？二五九，二五九，这张这个投票我觉得蛮危险的，投票蛮危险，哎，这个不用那么多人刚的呀，十一十二一，你们三个预言家没用的呀，刚的预言家就是多狼呀，多狼少预言家呀，一定是这样。就你三人全去死都可以啊，对吧？就不要十一啊退水好。那么十二十一发的这个
那怎么办呢？那你打得过一号吗？那么一号真的是离线的呀，怎么办呢？这事怎么搞呢？他真的离线了呀。对啊，我们讲道理啊，十一号你也退个水，对吧？这个局势比较混乱，有可能你也是张好人，是不是？十一号你也退个水，我们这个局势就清晰了。那不管你退水的话，我觉得五号还是有嫌疑的，是吧？七号你刚刚紧张什么意思呢？对吧？我觉得我先打一下，因为他没有验人，没有验人的话，一号如果是真预言家没有验人，对面七号如果是张好人，那么位置还是二跟五呀，凡人还是二五，好吗？还是二五，十一十二双狼也是有可能的，但是不去聊这个东西。二五，然后三四九十的话，九，我觉得可以验，看九投票吧。如果九投票是跟着一走的，那么如果九的位置是跟着一走的，四五九十，十是好人，验三，对吧？我的这个意见给到预言家，好不好？验三，没办法，一号太赖皮了，这个对十一号不太公平。好，过了。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，请举手。七号退水了呀，十一号退水了，放弃警选。这嘛搞什么？早退嘛，聊什么？这聊什么？啊，酒死了对吧？不救的，可以。像我。没有，他们到最后才退啊！你让我怎么说？怎么我倒盘还没有救呢？那其实还挺好的。那不让我白盘。这个依旧别内疚，说什么，没有验到人之后就不再摸人了，好吗？底牌是个平民，我只希望自己不要被奶穿就好，因为这种局还是挺好打的，对吗？我定义，我不知道，好吗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十一应该是一个，十二应该是。谢谢大家放的火药。十一号，所以选择翻身已经给挂一个我的牌子。为什么不给一丢查查呢？他就是怕丢错了。对吗？所以他选择往井下去炸炸身份试试弹性，好吗？我觉得十二可能是一个好人，因为我定义十一那个位置是一个狼，这个十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八的状态相对轻松，他如果是个狼不会说自己把自己撩爆，对吗？所以我定义这边十一是个狼，七十中开一个狼，一是个预言家，二那位置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井下要开狼，所以我定义二五中要开一个狼。你井后流怎么打呢？二五中开一个，七十里开。哟，好可怕！就我拍身份吧，这边是赶枪，好吧？就二呢，我觉得在我这边是进个狼坑位，所以直接给二丢一个查查。今天这个十一呢，如果拍不出任何身份，十一可以先走，对吧？如果双药女巫在手，这局很好打了。所以是唯一看跳啊。双药女巫外置位捞人，对吧？不用着急的撒毒，然后手外还可以去守这张一号牌，也是相当于一号牌有三天的验人可以飞警徽，那怎么地这局都是可以赢了。今天先说十一，如果十一没有身份的情况下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要现在暂时如果盘十一是狼，可能前置位开多狼或者是井下多狼的板子，那做成十一的狼队友会有谁呢？可能是这个二，对吧？然后井前开多狼，那十和十一有可能是双狼，对吧？反正这局就是拍身份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确实女巫是双要在手的情况下，那守卫其实都可以跳了，其实很难打。如果女巫如果这张九号牌是奶穿的，那守卫你觉得还是抢抢好吧？女巫先报信息，对不对？反正你们两个人的信息是对得上的。就我建议你今天怎么摸呢？奔金水去摸，就怂狼局奔金水去摸，其他的人当中去排坑，对吧？有身份跳身份，没身份就自己排名就行了。六这张牌我建议你把它给摸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六劝这张十一号牌退水，就我认为有可能六和十一能做得成双狼，因为六号的井上发言是劝这张十一号牌退水，结果十一号牌确实退水了，那有可能十一退水是为了把自己身份做好，因为他知道他是跳不过你一了。如果你十一是个狼牌啊，我建议你直接自爆了，
因为没有必要去让这张一号牌留警徽的，因为今天怎么地都是你出局的情况，对吧？你没有一张身份牌，那今天肯定是你出局，你还不如直接认狼自爆。那如果这张十一号直接自爆，我把你一号留好，三天的警徽留，第一天验这张六号牌，第二天验六去定义二身份，对吧？六号是打了二五出狼的，所以你验了二，验了六。都是张好人牌，二五里面可能开狼，这张二号牌大概率可能是张狼牌。第二警徽流帮我们这边的人验张十号牌，因为十和十一有可能做成双狼，所以警徽流先六。二五九谁是狼？就这样一个问题，二五九谁是狼？九倒牌了，二五出不出狼？枪呀，对吗？摁在地上摩擦，很简单。就后面但凡有枪的，我一定出你这张十二号牌。对吗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六给十一递话，你觉得六十一双狼一已经打了一张无敌场外了，你觉得六十张我的狼同伴还会去哎说十一你放手吧？这个思路是对的，跳枪一定出佩佩，这个没得选。告诉我，还让我做身份用用吗？就我十一是一条裸送，是一匹裸送出来的狼，一条六还是出来捞我？一条狼。你在搞笑十二号？就但凡外周有枪，我一定出你这张十二号。为什么六告诉你十二十张狼？哎，说真的，我想出。十号可以放手的，啊。告诉我这张十一号可以放手的，对吗？你刷为什么反水力已经调吗？没有，因为十一号给十二号金水，可以，十二号才打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十二号有可能是狼的，所以但凡出枪，但凡出枪是可以出十二的。那你们盘过十一为什么会给五号又刷小星星？金水牌呢？可以，因为八在我这聊的不好，有点赖皮，哇，小星星就知道。可以，打你这张枪呀，摁在地上摩擦，很简单。就后面但凡有枪的，我一定出你这张十二号牌，对吗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六给十一递话，你觉得六十一双狼一已经打了一张无敌场外了，你觉得六十张我的狼同伴还会去哎说十一你放手吧？对吧？警徽让给这张一，嗯，告诉我，还让我做身份用用吗？就我十一是一条裸送，是一匹裸送出来的狼，就这张六还是出来捞我？你在搞笑十二号？就单排外周有枪，我一定出你这张十二号。为什么六告诉你十二十张狼？对吗？他告诉我十一号可以放手的，啊？他告诉我这张十一号可以放手的，对吗？你刷为什么反水力已经讲了吗？没有，对吗？就你觉得我不像张预言家，你告诉我反水力你都可以。就打十一张，十一张兵了，把眼睛不去听的，就说我是张兵啊，十一是张了，就我九十张兵走了，那你们二号玩家不停的离开返回，离开返回游戏。金水牌呢？就这个好吗？十一应该是张狼人牌，嗯，我觉得后缀如果有跳枪的，那就出十二，十二的狼面，如果十二不跳枪，两个人如果都没有跳出身份，十进好人，十二的狼面。十一大，为什么？因为十一给十二发了一张金水牌。因为十二他还要去炸二的身份，知道吧？他的野心是比较大的。我们给二号发一张查一下，这是在一，你这种发言算是场外发言，算在前，懂了吗？场外发言，所以他放后缀，但凡有枪就出事，后缀没有枪牌。九倒牌三四要出狼，所以第一身牌去拍张十二号牌，后缀如果有跳枪我会出十二，如果没有跳枪我会出牌，如果上枪你十一就是张牌，因为就是说发完言之后你放手，对吗？所以我觉得十一跟十二里面得开一张狼人牌，但十二跳了一张枪牌，还有这个九是一张好人牌，走的九这个人，九个人，当时很少好吗？九这个人，他一定是个好人。女巫双料，我双料是女巫。英雄榜一样的呀，网杀都一样。我们在天狼板块打怎么打英雄榜？而且英雄榜还跟我的那个狼杀有点版权之争。只一提醒我一点，这个二应该是个女巫的，就是我在盘我们全场哪张牌能做得成女巫牌，十二跳了杆枪，十一不是个女巫，你十不是个双药，我底牌是个守卫，九底牌是个平民，六一这个给他八守卫二三出狼，
七。我们全场哪张牌能做得成女二跳了杆枪女巫？你十不是一个平民，六一定是个状元，聊不怕狼对吧？不怕你们，我第一天空手的，三四你们天就是前桌也去中聊了这个酒，我觉得你们如果是话开了，你们大概率会缩在井下，然后人你们又去离开什么的，好吧？我不管你十二是不是个一定是个狼，里面出个就是，一张女巫兵狼人牌，好吧？就觉得你十一去拍这个十二，我不管你们东西。懂了，女巫双药在手，守卫在，可以报三天验人，对吧？只走了一个名，你告诉我十二他一张狼人牌，不是他的轮次，他跳一杆枪要干什么呢？那你十一号牌，你一张跳不出身份的牌，你井上给我往后置位发金水，发的像模像样的干什么呢？对吗？今天出你这个十一。六应该是个好人，啊、那么右边你，而且你十一打的这个十，这个十应该是个好人，这个十打的位置和我保的人应该都是好人，谢谢对吗？并且他去聊了九这个心态，右边这个七，你井上你不跳，你不跳预言家，你给我赶快放手。这个六一直在跟你七对话，说你怎么还不放手？你不放，好人你不放。这个七应该是个狼，右边七十一两狼，左边二五出一张女巫，刚才五号给我发信息，没关系，你二五如果有女巫一定会跳，你五号给我发信息，你五号是个女巫的话，六号牌放了，那就是二三七十一四张狼人牌，好吧，二三七十一四张狼人牌没有弄错六，我觉得就是你发信息，我先把你当女巫那个聊嘛，好吧，应该是二三七十一四张狼人牌，十二是个枪，七是个狼，十是个好人，六放了。五是个牛四放了，因为我要盘连狼的位置，你一十二连神，我得找个连狼。可是在 APP 上的定位之学就不一定，不像个狼，因为它有内置的系统会去调整，你知道吧？你会每把都四狼连坐吗？不会，对啊。就我们认的狼是二七十一，二七十一，三四都上紧了，连狼。今天你一号牌把这个十一给出了，这六不像个了。八号到底是什么？我觉得八号守卫啊，八号守卫啊！哎呀，你在不在看、啊？对不对？八号都明票守卫了。发言七号这里四张平民牌，好吧？首先呢，兑换一张八号，你八号拍个守卫，不知道你真守卫还是假守卫，对吧？七号为什么警上没有放手呢？这八号这六号一直在尬聊。在尬聊，我感觉在用一张加斯卡在尬聊，感觉在给狼人自爆的时间，为什么不放手？因为我怕他自爆，对吧？我七号不放手，他可能觉得我七号是一张预言家的牌，所以他没有自爆什么，所以我等到六号直接过麦的情况下，过了之后，我七号就放手了。我觉得这个十一号这里像一匹狼，这个十号十十一像匹狼，这个十一号疯狂给用一张加斯卡疯狂给后面递话，说后面但凡有挑猎人的，他想出张十二号牌。对不对？然后十号呢起身说，你十一号在我这里一号跟水磨合，然后呢疯狂打张十二号牌，对吧？你十号是一杆枪吗？不是枪，你为什么打张十二号牌，对吧？我敲一张平民牌，一号就第一个跳不出身份，就很尴尬呀。七号小玩家，你跳不出身份啊，先延时再说，对吧？我们有点基本逻辑，网上的基本逻辑什么呢？左边两狼，右边两狼，四个角必定有狼。好，十二号是什么呢？他跳枪了，有人打吗？对吧？有人打就出十二，因为他毕竟去炸二身份，那井上又这么激烈，退水又晚，对吧？这点视角跟十是一样的，十放一放，十一。那如果十二没有人打他，那你是唯一跟一汉跳的，你让我们怎么认你呢？对不对？你这个位置在一号没有验人的情况下，一号都这么打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出你是无奈之举，好不好？那么我是一张好人，一是一张预言家，十二是张枪，那七这位小兄弟，你能不出局吗？对不对？右边的七十一两狼，要有狼只能是两狼，九是个死人，八是个守卫，对不对？十号是思路前置位信息比较少，跟我们一致的，那不出七十一出谁呢？你们告诉我出谁呢？出谁？那左边两狼，左边两狼看一下啊，就是二张身份被炸过。我是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在位置中，如果说我是一张好人牌嘛，因为五六十一十二我视为一组，如果十一是一匹狼，五号可以暂时先放一放，对吧？五号可以暂时放，但是二号就很难放了。二号就很难放了，因为九这张牌是倒牌的好人牌，十这张是好人牌，三四中是很有可能出一个狼的。说实话，预言家只要验一验三四，验一推一就可以了，是吗？那么右边两狼，左边两狼，左边三四出一狼，外置位还有狼，一是预言家，只有在二五六里面。我十张好人，其实就二五里面。二五里面为什么选二呢？
是因为八是一张守卫牌，对吧？如果七是一张狼牌，一时间因为是这样，就是我是这样定义的，就是预言家的下牌一定有狼，所以我认二十张铁狼。当然，如果二跳身份打是女巫之类的，那可以，我们把位置再移给五，对不对？位置只能用来辅佐，但是我觉得有一定道理，因为这个系统它会自动调整的，对不对？它跟我们人为发牌不一样，所以我打的位置啊，依次出的顺序，十一、七、二，然后三四选一张。三四如果一定要选一张，我倾向哪张呢？鉴于十一是张狼，我倾向于三，好吧，倾向于三，所以就是十一、七、二、三，还有二三两个位置连在一起，我觉得比较靠谱，好吧？这个是伪逻辑位置流血，真的很有道理，你们不要不相信啊，你们自己去试试。一会儿我们继续上课，下课看一看，我觉得我的位置是对的。双耀女巫，守卫是我呗，保我平安夜。啊，五双耀那就一定出二了。我想一下，可算到我发言了。五双耀就一定出二了。就拿张女巫牌，我这贼怕这狼人自爆把我给这一定要出二了，对不对？五可以做成。浅浅加着卡，六号生图啊，对吗？就看你发言的时候，看你那个长相好像是生图，然后呢，但是胖一点。什么？比生图好像我印象中的要胖一点。然后我就去上网查了一下生图直播，然后发现你真的是生图。哎呀，我就说这把怎么没人自爆呢？原来是苏之局啊！我靠，这苏之局肯定没狼自爆了。就九号倒牌确实没捞，为什么没捞？我也考虑了一下，就，哎，就是考虑了一下嘛，就不想捞了，就留个双药，至少活两天也还能牛一牛，对吧？有张双药牌能保至少一天平安夜。这个一第一天没验人出神，都想扛推这个十一。其实六你这轮聊的也不太好，就是你在尬聊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盘位置，就你在盘出人顺序。就既然预言家牌在场，你盘什么出人顺序，对吗？这个你也要出十一的，十一可以十二发张金水。就我跟十的想法很类似，就如果有人拍十二，那先出十二，对吗？开枪带走那张牌。如果没人拍。这张十一号牌可出局，对吗？就要不然前置位一张狼人牌不出，一的前置位，要么一的前置位一张狼人牌不出，没有人起跳，对吗？要不然一的后置位全在一的后置位，一的后置位只有三四六，好吗？三四六七，哎呦，八号一张守卫。别的不想说了，既然预言家在，就去验吧，你把六给验了吧。就既然是张高配牌。对吗？就警徽流就打这张六，就他是张好人就带好人玩呗，对吗？就因为六他这个配置按说是通过逻辑通过发言来判狼，他不能通过位置学来判狼，对吗？位置学判狼三四九十二五八十一一六七十二，那你六号在狼坑位，你对七的敌意并不合理，没有美颜效果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吗？觉得你六像张狼人牌。这里为什么有一个哦，下去。好了，五是个，啊，四在印假钞吗？行不行？我这个位置学很管用的，什么不要用啊？你们跟我讲讲哪里没道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叫没道理吗？我这很有道理啊，我觉得。哎，你们觉得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啊？就是，那边角位是出狼，是出狼，这个叫什么？四个角确实出狼，确实出神狼。你们自己打开你们的这个复盘看一下，我说有没有道理。五在教我什么是位置学啊？妈，四在印假钞，不要听了，他被抓起来。真的是有道理啊！哎，例外不听发言啊。比如你看啊，我这边六是好人，十二是枪，十一是张狼，五那五就是个好人呀，没有问题啊，因为只能出一个狼呀。然后例外在哪里？例外在于预言家上一列的六跟十二应该出一狼，但是十二说自己是枪，那就留着他了。这边狼坑就是七十一，就八守卫，十二牌发言还可以，十二牌跳一张枪牌，九号牌倒在夜里的牌，就九号牌应该是张好人牌。那狼坑就出在七十一，左边狼坑，左边狼坑一是预言家，二牌请下的牌，三号是张好人牌蛋牌，那四号牌一张睡觉的牌，四号牌得进一个狼坑，二号牌得进一个狼坑，这个五号牌是张女巫牌，那六号牌进一个狼坑，这需要鬼的逻辑啊！出两狼，十二跳了猎人需要逻辑吗？七十一两张八跳守卫需要逻辑吗？对不对啊？
就两九四张死人牌，什么逻辑啊？因为什么牌呢？十一唯一悍跳要有逻辑吗？十四角一样没有逻辑啊，这有什么逻辑啊？牌也好，十二号牌枪牌，那只有七十一，左边就这样。我三号牌是张大人牌，好吧？是张大人牌啊，我是张狼牌啊。就五号牌女巫牌，二四六三个人里面出两张。哎哎，定！哎呦我操！我居然没有给他加到十，我想给他加个十啊。先放一下。哇，你这样三号牌聊的有点炸，好吧？跟这个四号睡觉牌，你们两张牌是一定要开狼。好了好了，初三初三。打成一张焦点牌。这把先出十一。五二号就是一张焦点牌，且我是一张枪牌。我每次玩枪牌，永远都在井下。那就成立啊，那就出佩佩、啊。永远都在井下，预言家给我发一个金水，第一天直接给他投票，给我发一张查杀、啊，马上给他小。那就 OK 了呀。哇，我就盘一个最简单的逻辑。啊，其实不用去动他们两个。二号但凡是两匹狼，十一号是不是要在这个位置挑一杆枪？不是轮到我二号来跳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二号就是一个真枪。七号一号是预言家，十二号是一匹狼，然后七号还是要进一个狼坑位。六号是肯定是张好人。然后五号说六号在二十张好人，三七有点道理啊。十一十二，如果三四不是两狼的话，右边要开三匹。对、啊，还是有一个容错的。定狼，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们信我出十二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惜命的枪。如果不信我出我十二号头给你打崩。因为我的视角贼清晰，他起身直接跟我悍跳一张枪牌，对不对？心累。就谁开出枪，视角一下就明朗了。一号无敌场外预言家，后面没有狼可以跳。七号最后放手，七号大概是一匹狼。三四出一到两狼。哎，我弟来了啊。我就说了，我说我二号如果和十一号做成狼队友，我二号没有必要在井下、哎、不舍得现在还要开一张枪牌来打这样十二号，肯定是十一号才来跳。知道吗？我二号玩枪就是这样的，我永远都在井下。心路历程我也聊了，在井下接一张金水直接上票，接一张查杀直接拍死。哎，先跟好人道歉好吧，就我真的是这个网络的原因，不是我个人故意想这样的，好吧，就我真的这把打得很没状态，也不知道也没听没怎么听发言，不知道验谁。就如果二号是枪，五号是女巫，九号是哎，其实两张枪出一张，打掉一样是轮次。对，刚刚谁说的是对的？无人无狼，井下无狼。但是是因为这样的，因为二号也在狼位中，知道吧？就用这个位置去出十二，有点说不过去啊。啊，我先留警徽流吧。我这把打得很没状态。先六后十，先六后十。我想出啊。好吧，我不信井下无狼，我会挂牌二号，警徽流先六后十，不用砸鸡蛋。先六后十啊？出谁的？出十二吧。一十二出二，哎，这为什么可以读秒啊？这个毕竟说了是要出他的，不出他有点讲不过。看你这个二啊，哎，就临走前还要把我给归出去，可以的。这十一肯定是张定狼牌了，因为如果十一是张好人牌，二号在这个位置他没必要跳枪了，他可以直接把十一归了，对吧？所以十一肯定是张定狼牌。你的顶灰流流得很好，就先六后十没毛病，因为只要六是张清水牌，三四随便推一个赌一张就行了，对吧？四号一张睡觉的牌，三号一张尬聊的牌，所以说你先念这张六号牌。六号如果是张好人牌，三四推一张赌一张，对吧？你念起身，你再去验这张十号牌。十号，这那他只有是张定牌七号推掉，就游戏结束了，对不对？今天的守卫一定不要赌新卡，这个双药女巫给守好了，一号留好两天警徽流，明天你们狼队可以直接交。啊，那没错。
是对的。他真是鬼使神差啊，真的是。我明明说的，我明明说的是。让你他妈给我老子上来发一个查杀，真的。哎呀妈呀！没错没错，我认为这盘是对的。我是狼啊，没办法，我必须得跳枪。临死还要带走一带走一个真枪，哎，就你们自己。主要是预言家莫志伟归票出的事啊。归票还是蛮重要的，当时归票。是的，没错没错，我真的是好人，真的是好人。就佩佩打得也比较凶，不过也好，一十二投二的，一十二投二应该会爆一张，应该会爆一张，看一下二三七十一在不在刚刚投的里面，二三都投了。十一也投了，成立。六金水五是更好打了，对吗？五是那个五是那个身份牌，六是十张好人，正常。哇，我就没看懂十二这波操作啊！推我验我啊！我没有看懂，真的，他为什么要反水立金？就十一给十二发对了一张金水牌，十二一张好人牌，二是井下的那张狼人牌，就为什么没有狼起跳？十二牌不保，就为什么十二牌不保？很简单，十能看得清十二十张枪，他单票挂的我十一唯一悍跳大兄弟，别说了，不保。警上前置位，警上后置位六七六金水七可以不要，三七里都得开一张狼。哦，没看没看。五十张女巫，就你那边二十张狼，三三六十张金水，三四里头得开一张狼，好吧？三四里头得开一张狼，你预言家你自己是看着摸。今天我十一黑出局，我十一只开十张明，可以出局。有这张牌我不有毒啊，可能是张明，可能是还有可以出局这一说的。是得开一张狼，惊呆了。九得是一张好人牌，对吗？就十张平民牌，这我十一出去没关系。女巫有药吗？没有关系，女巫有药可以追轮次，就验出来六十张金水，你可以外置位泼了，好吧？你自己看着泼，就十一可以出局了。我没看懂十二这波操作，真的，我真的没有看懂，他为什么反水立金给二发一张查杀牌？就然后就哎呦我操，心疼啊！十一号牌，十一号牌，十二号牌放手吗？就十二号牌已经放手了，十一号牌还用放手吗？打死是不是要跟你一号牌变一变？就很烦。就十一不是张狼，十二是张枪，二十张狼，就场上走了一张狼。这张九身份未定义，对吗？这张十单票挂了我十一。他说外置位有人挑枪，他会出这张十二，这张十的身份是不保的，懂吗？他看得懂形势啊，他知道这张十二是张枪，他没有勇气去挂这张十二，他做身份，听得懂吗？八守卫我其实也想打，但是我不想打那么多人了，好吗？就狼和卫就那么几个，就为什么没有人悍跳？就我十一是张好人牌，十二是张枪牌，就二号一张狼人牌，就三六七你验六十张金水牌，三七里头得不得开狼？告诉我，五十一张女巫牌，对吧？就前置位八十里头要不要开狼？告诉我，就我能盘的只有这么多，今天出十一可以，没有问题，好吗？十一底牌十张明可以。哎我操，十一这样聊，他妈螺旋起飞啊！对，自己去听二在那个位置跳枪的发言啊，他能拿得起一张枪牌吗？啊，他在那个位置跳枪还不是为了保十一？二十一稳，二号牌跟十二号牌分不清的情况下，肯定出十一是最稳的。十一在这里是一张定狼牌，好吗？十二是张枪，你十号确实出的十一，也只有他一个人出十一。他在那个位置跳枪收益，肯定是为了保你四七七票。他不跳枪是不是你十一出局？你等我牌什么东西？我底牌是个平民。我牌右边蓝坑就是七十一两张牌，这个二灯末尾跳了一张枪牌，归一张。哎呦我靠，没有盘错，怎么就听一下？怎么会莫名其妙呢？那不是，但是第二面也是不一定是好人，好吗？我觉得狼人牌自爆的可能性也会很大。嗯，这个六如果是张金水牌，今天就出。我底牌是个平民，好，我牌的蓝坑是七十一，十二个枪的二就是二十张狼，二七五十二双神，十一狼，成立啊。六十个金水，五十个女巫，三四里面。所以这一盘还是出现一些问题了，就是一期的上一排六十二都是好人，但下排中的这个二就一定是个狼，八十张好人，这个理论还是成立的。先出十一，对面这张七其实可以不用去验了，因为它的边角位唯一狼位，七号不用验，对吧？七十一直接走，直接起飞。
左边的话应该摸三四，刚刚少摸一摸，三四摸一，摸一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摸一张就行了。十一张，七一张。虽然你十的发言，我就已经说了，二五出井下出一张女巫，出一个狼，对吗？左边这个三是个定狼，右边七十一两狼，左边六放了，十放了，五是个女巫，就是二三是个定狼，那二是个狼就是我昨天盘的是二三四七十一五张牌出四张狼人牌，对吧？三是一张，三是一个公共狼，四睡着了，今天七十一随便出，好吧？这个三你晚上就是晚上读一个，三你晚上自刀，这个游戏还要玩什么呀？你要聊这么多干什么？你非要去验这个六干什么呢？我给你改个警徽流，好吧？因为这个七我不知道他一会儿会不会自爆，六是个金水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可能刀位在这个五，好吗？哎呀，可能刀位在这个五，哎，不要给我发信心，好吧？因为这个九之前聊的有点相当守卫牌，他们会赌九是个守卫走的，所以你有样，我今天晚上会空手，对吗？我这样子聊，你们狼人牌打什么？好吧，我不认识这个五，你们一个个的，对吧？你十一七三给我排队出去。对啊，七这个位置怎么打的？他跳什么东西的？他能跳，他只能跳个明啊。奥地利这张平民牌是好身份牌，对吧？我感觉这个十十一是两匹狼，真的。这个十号这里非常做作的，你认这个十二号十一杆枪的话，那你的票应该挂在这二号头上。你非常做作的，这票挂在这个十一号头上。对吧？而且你上一轮的发言就非常做作，你孙十一号在你这里是张听他牌，然后你全程打了这张十二号牌，说如但凡后面有跳枪的，跟风这张十一号牌，但凡后面有跳枪的，你要出这张十二号牌，十号挂的，最后你的票挂在这个十一号头上，你的十号这张票挂在十一号头上的意义何在？对吧？而且这个十一号点出来了，最后点出来说，就十号单票挂在我这个十一号头上，点出来就是点给我们好人听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七号一张平民牌，你要可以来摸我，对吧？摸我必定是金水，金水我想打死这张十十一两张牌，好吧？不是七号，你上轮弃票干嘛呢？你什么意思呢？你自己说啊，如果认谁谁谁就挂二，对吧？那你不认他，那你这右边一排没狼的吗？八都跳守卫了，对吧？十二二互跳的，那十跟十一两张牌，你觉得呢？你的意见呢？对吧？我觉得。你除非你告诉我右边就一匹狼，好，那我们再说。就七号这个位置又是边角位，我是金水吧，十二是枪吧，一是预言家吧。我觉得七张牌是不用验的牌，就是我们一个个稳稳的打，先推十一，好吧？推十一只有三四选一验就结了嘛。还要七号还要干嘛呢？七号自己玩去了，对不对？自己出来就行了。就我们把这个十一先推走，唯一井上的悍跳，好吗？哎呀，这把还是我想好是不推佩佩的，鬼使神差。那个推了一下推佩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可以赢，因为轮次是追得回来。三四验谁呢？加十，看三四验谁啊？九是一张好人，因为八是一张好人，二是一张狼，因为八是一张守卫嘛，对吧？九是一张倒牌的好人，二是一张狼，所以我意见是，就常规情况下，三十张好人，四十张狼，对吧？如果四是一张狼的话，它跟十一是同样进四五十十一的位置里去的。那因为这一盘预言家的上页六十二都是好人，我觉得可能外置位置会倒过来。我倾向于验四，好吧，给那个预言家一个方向，验四，好吧，验四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验四。我是冲着查杀去摸的。当然啊，如果他睡着了，那就验三，因为四刚刚在直播。硬假钞，对吧？声音很响。我觉得井上多狼的话，一三四六七八十十一十二这么多人，井下二五九，对吧？二五九，不然二死了，九死了，只有五一张牌，又是神牌，那没什么好聊的。二十一张狼，对吧？二十五一张狼，所以井上是至少三狼，这没什么好多盘。我建议你三四选摸，冲着查杀摸我会摸四，看看睡不睡觉我会摸三，本轮出十一，好，过了。摸还是吧，那个三七选读好吧，复盘说什么呀？十一三七选读，昨天狼刀在我呀，对吗？喵喵喵喵喵，那我就要倒牌啦，肯定会倒我的，那我随便读一个啦，复盘对吗？你总是冲着金水摸好一点吧，这个十反正他的发言你也放不下吧，他的那个前置位发言第一轮就打了这个八的，好吗？就是说八号你这个位置挺好起跳之类的巴拉巴拉，那有可能是好人，你就摸一下吧。
这个十一在几人第一个发言就直接去踩了这张十二，他都不是枪，他就直接去敢踩枪的，对吗？嘛，就不管怎么说吧，反正十一扛推位嘛，你正常逻辑来想，二号那个位置起码十一扛推了嘛，他也没必要出局。你反逻辑想，他有可能就是为了第二轮扛推十一，对吗？对啊，你们都没带称号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出了十一吧，出了一个有一个金水。三牌好吧，四号牌刚才睡着了，就四号牌是一张平民牌，好吧，就想验我四号也可以啊，谁让验我四号的，那四号清水，那就不用聊了，好吧，就是场上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，好吧，我睡着了，昨天你们看到刀型了吗？是不是很慢？如果很慢的话，那你就验我一下四号牌，如果不是很慢的话，那就是和我没关系，行吗？因为我睡着了，我肯定到不了人，对吧？道行很慢的话，那就是你验一下我四号牌吧。反正我是一张金水的牌，平民牌，我不知道验金水有利还验叉叉有利。想验金水就摸四号牌，想验叉叉就不要摸我。出谁我也不知道，好吧？过了，门坏了一直响，很烦。说我也，好好好。验四毒三，好吧，就狼坑就四七十一三张牌啊。四醒了嘛，就摸四、啊。没有什么狼坑了，就三号牌一张好人牌，就四号牌上马装睡的牌，好吧。就今天我现在从十号开始就全部打我三号牌一张顶狼牌，就十一号没打，你十一号牌是故意的。快摸四摸四。就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在我视角四七十一三张狼人牌，好吧，就你一号牌随便留，请回留，好吧，你随便留，你留我三号牌，你无法把四毒了，七十一里面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好吧，就三号牌是张好人牌。现在两根二号牌一匹狼，那剩下三匹狼就是四七十一三张牌，八一张守卫牌，十号牌发在我这边发现还可以，六号牌是一张金水牌，五号牌女巫牌，就没有两根位置了。我三号牌是张单牌，好吧？锦辉，先七后四，今天出十一，好吧？就我听七号牌上张好人牌，就二三十十一在我这上张好人牌。哎呀。你十号牌投票给十一号，先七后四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七有一个硬逻辑，不用去验他的，直接验四呀！哎呦我操！前你第一轮真的是四在家里印假钞，你去帮他干嘛？鬼知道他在干嘛？出十二号，就直接验四，直接验四啊！好吧，就我验，把他直接验掉就好了。今天晚上验七，七号清水，十号出局，好吧，就。明天再推四号。他的思路是摸七定右边两狼十，是不是？可是十毕竟也是帮我们打的，你这样去出十会导致意见。先七。会意见分裂的。后四，好吧。什么什么推几？忘记了十一。哎，一会儿要跟腿毛一起玩，谁帮我看看他玩到哪里了？有没有腿毛的粉丝看看他的那一盘死了几个人，我估计我们的人死的比较快。能豆儿小姐姐为什么投七啊？啊，他刚玩，他死了几个人了？一个没死，那我们要打慢点，好吗？就已经赢了，就好人牌已经赢了，对不啦？就你觉得三十张狼就破三，你觉得七十张狼就破七，你一能摸到七的，你说七，哎呀，随你便，好吗？你觉得七十张好人，你摸出来张叉叉，你自己打脸，对吗？就送狼局金水已经比叉叉作用大，就你自己看着留，我不会赶你的金水留，因为我底牌是张好人牌，你摸出来七十张叉叉牌，你自己去打脸，好吗？就十一十张好人牌，这张十没有跳，八没有跳，十二十张枪，这张后路位要不要开了？他打十呀、啊。六十张金水，你要赌三可以，赌三可以，就是没必要去摸这张十。打七十狼就打十呀、啊。那右边还有谁是狼呢？没狼了。十一，他告诉我他要出这张十二，就为什么挂自己一票？因为可铁银的牌，就五一张双张女巫。如果十一单狼的话，如果七单狼的话，那还是要出在三四里出，不是出十啊。我发一张守卫。是在三四里出。还不赢，告诉我。狼坑位三四七十，你怎么读？四张牌里都开三张狼人牌，你读不到那张狼人牌？哎，所以这个好笑，对吗？你读到那张平民牌也是本事，对吗？就七到这张九十张狼走。你让女巫他验七，女巫就不会去读七了。很大，就九要是张好人牌，要是张好人牌走的话，
对吧？就要是让狼人牌走的话，狼人牌走更容易，狼人牌走的话，你估计读到狼人的可能性更大，就三四七十的都开三张狼人牌，你读不到呀，告诉我，你就能偏偏把那张平民牌读了，就三四七十里头读一张，明天验一张，验出来张金水推一张手六，对吗？手那张金水都怎么打都赢，从上去怎么打都赢，一天不验人都赢，对吗？二一张铁狼，十二一张枪，我一张好人牌，九一张平民牌，大概率就这张八，但凡是张守卫牌赢了，这八不是张守卫，那没办法。这张十告诉我是张好人牌，狼坑出在哪里？八一张守卫，九一张倒在守夜的牌，十一张平民牌，十二一张枪，就右边不开狼了，啊，就你十蒙对我这张十一不去打七的呀，你逗我来，对吗？左边我不想去盘，就先把右边自己的水盘干净，好吗？就十一这里十张平民牌，为什么自己关？天黑请闭眼。有个一副的副盘，第二盘，第二盘说什么？哎，第二盘说没关系，因为狼队更蠢，扛推了一个蛋，刀了一刀女巫，又去刀蛋，然后枪没有开枪，不发动技能就走了。有点惨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坑了他。我现在这个电脑我知道天亮了，无人死亡，好的，叽叽，狼队也是挺惨的，我怎么不好好反应？我超认真反应的，谁去反应？查杀了。他的那游的顶流是谁？查杀。其实在我这里一定是狼，我是这张好人，为什么要排十星？对啊。然后再验三四呀。十张狼，我可以从第一天打十一打到。你们不是说什么？哎，我在这个位置发言，我没有听到后缀的发言。有自己想法，他扛推法拉利也不容易。后缀但凡但是，我操，还有好多钱没花掉。那你告诉我，二十二两张牌，他十二张发完言了之后，你们能把这枪日的下来吗？啊，我听得出来二是个狼呀，为什么要出？那我自己不是张枪牌呀。哎，我可以用这个来跟你识别。那万一有人错绿了，我出了二，二开枪乱带呢？二十张枪带了我怎么办？我是张好人牌，我只能去出十一，因为十一在我这里一定是张狼，好吗？就你们打我的点好奇怪，就你昨天验。有粉丝群啊，你们可以哎，学友们刷一波。粉丝群。那今天出七啊？对啊，平常不有吗？你们还在打我？认七是张好人牌，我说的十一七是不是两张狼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事啊？我昨天说出十一读七三字刀，就为什么有这么多事呢？就这个七为什么还能值得一验呢？还有好多没花完呢。你狼人牌为什么还要外置位刀人呢？下一次我去。你这个十一为什么还要怀疑我不是个守卫呢？好吧。这九是个守卫走的，昨天狼刀落这个五啊，五起身平安宴啊，大哥。就这个十一逻辑螺旋爆炸，他起身说：“哎，这个七不是个查杀，他怎么怎么样发誓？”是谁？是谁的粉丝？嗯，你一十二是连神，所以我要找一个连狼，那就是这个三。就是，我不知道你这个一锦灰流为什么要乱改，好吧？你们这个七你还不自刀，还不那个，耽误时间好吗？哇塞，这七号有点爆炸。我人实价自爆。我为什么要自刀呢？玩狼从来不自刀。基本上主播区的话，十把得有九把是狼，对吧？输多赢少，但我不买身份，没办法。为什么让他验我？就骗他验呀。哇，怎么不能识别吗？
哎 ，M 四爆也是痛苦啊。好，那验四吧，好不好？一号小朋友，验四啊，验四，好吧，验四，验四，么么哒。天黑请闭眼。天亮了。四号可以死啊，四号还能死啊，为什么还没有结束？你这个三为什么还不知道好吗？初三呀，初三呀，四十个张中刀的牌，六十个金水，八十个守卫，五十个女巫，我底牌是个平民，初三，好吗？我底牌是。那如果说，哎，你这个一，你不要告诉我你要的三是个好人牌，那我不知道了，好吗？那我初三八里面肯定是有狼的。他去刀这个四不太明智啊。女巫吗？我不是女巫。他这个是追艳刀呀，对吧？追艳刀没什么用。平民牌中的一张牌，嗯。追艳的刀没什么用。反正我是。因为十不会去刀九，三四，那我们看一下啊，因为我们看一下位置啊，就是五六十一十二出十一张狼，三四九十出一张狼。十号玩家真的是狼啊！他自爆了啊！他那个刀自己男朋友了，有点厉害。天黑请闭眼。太凶残！居然把自己男朋友都杀死了，还第一天就杀死了，一定昨天吵架了。我的推论一定没有错。那他要打我了吗？咦？可以，很好，自残。哎，我们问一下腿毛小兄弟有没有看一下啊？哎，这盘还是有点翻的，原因是因为预言家对面是个狼，对不对？我没说错呀，就预言家对面是个好人的时候，上牌下牌被出狼，他对面是个狼，所以就位置分布有点问题，所以我这盘没有出狼，对不对？还是有两狼连坐的，对不对？狼应该是有连坐的，不信你们再看一下，跟佩佩说一声。网会很快的，你们跟腿毛说一下，有没有探子去腿毛的直播间说一下，我们这个很快，等他，我们这盘玩好之后就等他，让他那盘玩好之后叫我。熊猫有我，好，开始，哎。快来！快！哎，佩佩呢？佩佩，快来！人呢？好，来，我操，这么多人，开始，快，不招人了，开始。贝贝进来了。贝贝，开始。
哎呦我操，满了呀！哎，好了，我操，变成十二人开黑了。好好好，开始开始，那就一起玩吧。当当，你们是看不到我的身份。就这种游戏，其实，天黑请闭眼。亮了，现在进行警长竞选，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，这局能不上顶吗？赶紧上顶啊！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们把上顶的小同学们整理一下。我这个笔记本，哎，怎么是我先发言啊？有点讲道理。好，我先发言啊！我靠，这信息量太少了，哎。那个我们玩这盘主要是为了快一点的，一会儿和腿毛一起玩，所以万一他那边结束了我们就自爆的快一点啊。现在先来点一下，我真的是张好人牌，我看一下，我就不加十了。我觉得对面的这个，我去，哇，他这个难度有点高啊。我只知道我自己是一张好人牌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没有开，我没有开，好了好了，我只知道我自己是一张好人牌，不行，还是加一下。我只知道自己是一张好人牌的情况下，178没有上警，1789没有上警。我觉得开灯了，我开灯了。我觉得12像十张狼人牌，好吧？121如果是两张狼人牌的话，左边的34，看一下啊，五号如果是张好人牌，11是张好人牌。四号是张狼，那么四号1429成立，好，1429四狼过。妈的，一个位置点四狼有点难。东西，你在我这里黑麦了，所以我打开你的直播间在听你的发言，然后点了张加时卡。莫名其妙的就过麦了，小仓的这一段，好吧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你在聊什么东西。腿毛要是快好了，你跟我说一下，我来让这个节奏快一点。哎，这个女巫白、这个、女巫守卫白狼王，我没黑麦，我这边有那个小绿条的，有哪些神牌、啊、我看得见好吗？预言家，没有女巫，我看得很清楚啊。1492，我操，有骑士啊！还有这种东西啊？对吧？好吧，没先跳个骑士，他自己黑了。嗯，我想想，那个啥，我没胖。如果十是一个好人，那么十一、十二、五里面真的是要出狼的。看一下，嗯，这个1789，我哎，特别是9号吗？我这头像有点认不出啊，是不是九？是不是九号？好像是九号。特别是不是九号？特别是九号。炸我身份呢？我觉得十张牌可以放，因为六在那个位置他单点了，他说。
他说他觉得这个十二是一个狼，我觉得六十二是两张狼同在，山图大神不会这么要去点，对吗？而且他说是排位子排出来的，他没有必要这么去打自己狼同在，对吗？他其实第一个发现他如果是个狼，他直接过就可以了，所以我觉得六我也认得下来，十我也认得下来，所以这局游戏其实特别的好打，因为我已经翻出十二是个查杀，六十两张牌是听宝。那么我觉得这边坑就不多了，井上我觉得不止开这个十二一张狼同伴，我井后流我觉得大概率是两张三张狼牌上去，所以如果这个十二原地跟我起票呢，我井后流二到五里面留个随便留吧，不要留五了，留二三吧，随便留，那就是四十狼呀，没错，不是我操，太厉害了，真的是厉害，我就提自己，如果十一是预言家的话，四十一定是张狼，尊重一下这个底牌要点上加斯卡，但是前面就四十了，一九的话，那我就随便聊一聊，加强感就不点了。一九的话，十二查杀，警徽流二三随便打一打。如果是不是这个十二原地起跳，是二三，就二三四五里面后面一张狼同伴来捞他呢？我警徽流打一七，好吗？我就边角位再翻一翻，好吗？因为我觉得六偏好，好吗？就这么打了。我是，我看一是张金水，我认为井下得出狼。对吗？这个井下得出狼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我在我狼人杀的世界里面的一个铁逻辑。我认为一是我的金水，对吧？我验出一是的金水，那我第二张警徽流就打这张七。七如果是个好人，那八九你们表水，对吗？一个一次表水，七张查杀就一定是出这张七的，对吧？以至一是我的金水，我认为你是一是金水。你虽然完整的起跳，但是你说你的警徽流，那你要聊聊我六呀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来聊聊我六如果是狼的话，那本人一定是出这个十一号，对吗？十一号退了，对吗？十一号，那我是张预言家牌，我第一张打这个七，第二张打这个十，为什么打这个十？是因为十一直在跟我聊，他是一金水对吧？是吧？预言家，那五还是定狼？不是，你是张好人牌主啊，我打这张十，我看六的十一退水，警下的话我知道。我就是，但是我第一张警徽流一定不会变，肯定是验这张七号。一时金水直接出七，如果六的战局直接出局了还验什么？因为六在顶上是打了我十二，直接出局了还打了我的金水一号，我觉得六一定有问题，对吗？有可能十一是跟六认识的，觉得他六他十一在顶上是说保了这个六，说六像张好人牌，对吗？我觉得如果十一是悍准备起来悍跳的，他现在查杀我就是他为了，因为他查杀到张是预言家，他可能是退水，也有可能是退水那个做好自己身份的后置位有他的一张狼人牌，那我不管，我后置位我一定是不会去验的，所以我一定会悍跳五一定是悍跳。如果六的站边是有问题的话，我一定会打在五一定是悍跳。如果六的站边是没有问题，他如果能听出我是张预言家的，我一定是打。来快十二过吧，让五来悍跳。我提前放一放，一到。既然已经查杀退学了，我可以再让你好身份，但是六如果想提的，你十一的视角是很开阔的，好吗？我觉得你十一的视角是十二是预言家，一是金水，七是狼。哎，断线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这到底是手机？到底是手机卡还是网络卡？没一样的问题。像是一张七，应该是七吧，像是七。哎，谢谢虎良，谢谢虎良。对吧？这种还是要稍微听听发言的。还是要稍微听听发言，不听发言就有点难，因为没有任何信息。虎粮都是免费的，大家可以送一送啊，送完虎粮之后可以成为贵宾。好，进游戏。我已经习惯这种不停的断线了。谢谢十四弟送的虎粮，谢谢。这两个字不认识，这谁啊？不认识。哦，那个字读梅，嘎梅，对不对？我操，我居然都认识这两个字，厉害！是佩佩在发言吗？我直接看他直播。
嘎梅，谢谢嘎梅送的虎粮，这两个字我真认识。谢谢黑猫小时送的血瓶。贝贝跳预言家啊，贝贝是不是跳预言家？不是三号有没有跳预言家？啊，三号跳预言家查杀四。他特别像是张预言家啊，对啊，像是张预言家。诶，谢谢能豆儿送的，这是我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。三号牌丢四号牌一张查杀，四号牌是一张神牌。是这样的，首先，那三号牌发我查杀，三号牌是一张狼牌，那十二号牌是我认的预言家。首先说，我认为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另外一张狼牌，井上另外一张狼牌在哪里？我认为有可能是谢谢鹅老师送的，不知道什么礼物。刚才我看到闪了一下。我先这样说啊，十一号炸十二号身份，可以认他这种行为，但是说十一号炸十二号身份以后，在不听后置位发言的情况下，已经放手认下十二号这张预言家牌，说明后置位有他的狼同伴在准备起跳，有可能要发后置位的查杀或金水。所以说他十一号能这么快放手？哎，快！四号先报身份。三号在井上定义这张十一号牌说，啊，是骑士就骑散啊。说你在给后置位发压力、发查杀之类的。我不是这样认为的，我是一张好人牌，所以说三号是一张身份吗？那么这张十一号牌早先放手的身份。嘿，这是什么意思的？五聊的不好就是十二是预言家了。嗯，神牌，啥神呢？你神牌就说就行。我认为三号是一张狼牌，嗯，四号我不知道是不是好牌，嗯，我认为三号是一张狼牌，六号有可能是一张白狼王，因为他想要赶快结束这把，他可能得拿一张狼牌，随时可以。谁说的？我还真不是。啊，退退退。十号退个水，十号跳了什么身份？嗯，在干嘛？哦，投票，我投不了。来看看谁投谁。看看谁投的谁，哎，好的，很稳。看一下啊，一八九全投十二，七投三，要死啊，无人死亡。站边三呀，我觉得十二是一张被我炸身份炸出来的狼人牌，因为他，我觉得他在那个位置，他留的警会留他居然说这张六号牌，哎，我先说一说自己为什么要炸身份吧，因为我听完六的发言和十的发言，我都觉得还觉得偏良性，那我不觉得，嗯，警上，因为我自己底牌是个好人，不相信四连都是好人，对。谁发动技能？九号骑八，然后暴毙了。去骑八干嘛？
哎呦我的大哥哥大兄弟，我靠，他去骑八个嘛，跟这件事情完全没关系的人。你要去是32里骑一张呀，你骑我十一干嘛呢？我觉得你这张牌比较奇怪，好吗？这个酒太冲动了，头疼。应该是个年轻人，头疼。好吗？不怪你。讲道理，我真的不是分得很清很清，但是我认为12号应该是一个汉跳。你不是你觉得我分析的不对，你在那个位置抬一抬我，然后你跳跳身份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刚刚这个，你去把八号上12对吧？干嘛呢？19身份好不好看一下？可爱呢？啊，随便了，好吗？那就是一张票上12、哎。啊，不是骑的我啊，骑的八。哎呦，有骑的我呢。哎呀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操，十一七太真了吧？那我觉得十可以，我觉得七、啊、不知道，我觉得可能是这边的坑位牌，我还是在31个预言家，所以今天把这个12出掉。嗯，我们跟警方说一下，我们立刻结束，好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变脸我已经开出了12号一张狼人牌，我听又还行，真的还行，所以我觉得预期中不知道，我觉得应该还要再开一张狼人牌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坑位挺挤的，九军的骑士踩了踩八，对吗？摸个七吧，今天把这12飞了，我不认12是个预言家，因为他的那个位置他居然说警徽流留这个六，我是你，我在这个位置，我要不然就把这个六打死，因为你连盐都没发，就直接按照坑位把你这个12给踩死了。八九十十一全好人，对吗？我不会像六边没狼的了。六号张高飞才七号去上票上也是上也三，那起码警徽流七跟十二不是共边，对吗？七十二如果共编，七直接把票投给十二，所以他右边是单狼结构。七号这张牌你觉得放下来，一号是你的金水，那右边单狼结构。我觉得如果我在你那个位置，左边三狼结构。我一定是20里面留一张，好吗？因为我觉得我不太相信那么多连好人，所以我觉得你警上视角，而且你警上聊天没有这个三聊的话，为什么？没关系啊，这个位置学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，不是定位的，然后再往下慢慢调整。我觉得这三应该是个预言家，12张牌我。哎，我原始井上点的四张盘哪四张？你们给我报报数字。如果盘十二如果是张预言家，那么盲坑就是23、57、4狼，没有容错率。因为就你这个九，你上小学了吗？我井上穿了你衣服，你不来骑我，你去骑这个八干什么？有毒，好吧？就是你这个十二，你验出。一是个金水之后，六号牌井上发言做好，对吗？前置位我十十一都去保了这个六。你如果认为十十一里面出狼人牌，我们莫名其妙找保了这个六，那六是不是个好人？你边角位验了六四张，你边角位验了一四张金水，六大概率听发言是张好人牌，这张七号牌还用验吗？直接打死，你要验他干什么？对吗？就看他上票就行了，不上票给你大概率是张狼人牌，有必要把他留到警徽流里面吗？我觉得你去留七的警徽流，有可能是想让七给你上这一票，去保你这个七狼人。但是如果这个七这一票真的打到你十二头上，那七如果能认下你十二是个预言家，七是逻辑爆炸的，所以七如果是个狼，他这一票一定投在三的身上。所以我定义这个七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个狼。就你如果你十二是个预言家，这七一定是个狼，是不用验的，好吗？这张十一号牌一定是张好人牌。这张十一跟三共不了边，因为十一井上，如果你十二是个预言家，十一井上已经查杀到你一张真预言家牌，且我认为十一的发言远远比你十二号牌好多了。十一是一张狼人牌，没有必要放手。我井上刚着不退水抢警徽，因为我听不懂，我怀疑你们三十二都不像预言家，我怀疑井下有预言家。但是井下没有人弃票，或者没有人来投给我十，那么我觉得那你应该是出了个预言家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三十啊，一人点了一张加时卡，一本正经在那聊这么多，我在想，哎，都已经聊成这个样子了，白狼王还不爆掉你啊，对吗？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没有玩过，还是那个，我不是在给白狼王递话什么的，好吗？我井上跳一张神牌，我就是想想夜里求死的，好吧？我就是想夜里求死的。嗯，知道我底牌是张好人牌，然后这个八是被骑士验出来的一张好人牌。你十二如果是个预言家，右边开七一张狼人牌，一号是你的金水，六号是一张好人牌，四号是被一张狼人牌查杀的牌摘掉。那么狼坑就只剩下23、57、4张狼人牌，零容错率，懂了吗？零容错率，好吧。那么我盘一下，如果你三是个预言家，四是个狼，对吧？那么右边这个七有可能是来打了个倒钩，好吧？七仍然是个狼，那就是4、7、12，二五出一张狼人牌，一应该是逻辑上的好人牌。
啊，我不管怎么盘，这七一定是个冷。你十二号牌，你今天我不建议你归这个三，我建议你归这个七。哎，这个七你在这边跳航空母舰都没有用，好吗？嗯，出七啊，满坑给你们点完了。十二如果是预言家是一定要出七的，嗯，肯定出三了。我觉得十二号应该是那个预言家了。因为井下，我跟你盘一下，井下就是三号的发言，就说十号可以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十号的身份可以。十二是预言家，三七一定进不了。他说十号没有炸十一号，二五也可以进，因为得有个连狼位，二四得出一个狼。十一号像是白狼王，我感觉啊，我听了一天，三发四查杀只能走啊。十一和四里面有一个白狼王，就二三。我听一下四跳什么身份，看一下跟我的身份是不是重叠。二三五七。我站起来狼肯定是三七十一。因为一号是那个三号的警徽流，由一号投给十二号，而一号是投给十二号，我觉得一号的身份做好。然后的话，八号，七号，七号是十二号警徽流，七号投给三号，那七号我觉得身份还有可疑，暂时四七十二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在这个位置告诉你说，这号牌捞了三号，好吗？这张智慧号在位置上跳了一张女巫牌，我是一张女巫牌，昨天晚上捞了三号牌。你告诉我说三号牌中刀，然后一张狼牌都不同给他冲票，如果三号是张狼牌，对吗？如果你说十二号是张预言家牌，一号是张金水牌，八九两张神牌，不，八九两张好人牌，十一号、十号认了一张好人牌。你告诉我说十号是张好人牌，然后保了六号牌，一号是张十号的金水牌，狼坑只能出在二三四五里面，三号牌是张狼，给四号牌发自己狼队有一张查杀牌，你是这样给我盘吗？我知道是那张女巫牌，晚上请十号牌吃毒，好吗？十号牌你不是打我定狼牌吗？那七号牌今天晚上请你十号牌吃毒，因为七号牌是张女巫牌，好吗？今天就求四，好吗？我站边三，过了。就打得很刚硬啊，十号显然是一张好人牌，就右边是八九十十一四连好人，你请十二吃毒吃什么呢？对吧？你占三推不掉十二，请十二吃毒呀，对吧？而且我觉得说不定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不用盘太多双边流记的，因为在这一局游戏中，如果我们真的认十二号是一张预言家的话，那么狼位确实没有几个位置了，也就是刚刚盘到的。就是因为这边四连好人嘛，外置位还是有连狼的，对吧？四是被三查杀的牌放一放，那么二三有可能连狼，那么一又是一张金水，那这个七这个位置实在不能不盘，对吧？现在问题是他跳了女巫，我们要不要出塔，对吧？他跳了个女巫，我们拿他有办法嘛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因为十二是预言家的情况下，加下是十二是预言家的情况下，二三五七基本上是定的，对吧？至于五张牌，因为十一是张好人，十二是张好人，六是张好人，那么五就只能走一个狼坑了。对吧？包括你往上看的话，十十一四五，啊，一个道理，四是被查杀的，那么四五十十里面有狼，还是五，就五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狼位的一张一个位置，对吧？你可以好好发言，没有问题，好吧？我不多占用时间，好吧？我觉得本局的这个二这个位置，因为如果三是狼，二三连狼很正常，非常可能查杀四嘛。如果三不是狼，那二更有可能是狼了。对吧？因为三不是狼，对面是骑士，上面是金水，二是不是让定狼？是不是一个定狼位置呢？对吧？所以就这一盘啊，如果一定不出七，那么二五其实是就二五这两个位置真的可能呢。倒过来盘，你看十二，十二是预言家，六号人十一号人五是不是狼？那十二如果是张狼的话 ，OK， 十二是张狼的话，那么只有十二是张狼，那么五张牌我们可以是好人放一放，但二这个位置比较尴尬，我倾向于是出二的。好，倾向于是二三五七。好，后置位再发言。没有法拉利，其实挺正常的，就是人家一直是网杀的，面杀其实情绪比较亢奋，很正常。因为不是一直玩嘛，所以他技能全开。我觉得我游戏中也说了，挺欣赏的，挺好的，需要演技。包括在《狼人星球》中，我们掐杰都演哭了，我 MVP 也是投给他的。我是欣赏这种的，我觉得他应该是那场狼人的 MVP。我操！五号在说什么？就是白狼王为啥没爆？因为他一旦爆了三、四、十二两张狼牌就。哎，他这么轻，正好上个厕所。
于出这样七号牌，最后呢，感觉是七号应该是一张神牌，我是这么感觉的。这个人我会学习。来发言。这张五号牌我先就简单说一下吧。当他们盘二三五七四张狼人牌的时候，其实我并不愿意相信的，因为我认为这张五号牌是一张容错率牌，因为五号牌在井上是要占十二号边的。但到井下要开始就是在他们强踩二三五七的时候，五号牌又开始站了过来，站到这张三号队伍里了。其实我一开始认为十号和五号的身份应该是置换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十号踩这张七七翻了一张女巫牌出来，去强打这张十，我认为五十的身份有可能置换。但是现在五号牌这种发言的话，只能定二三五七，那我认为就没有容错率了。今天的话是这样的，我是一杆 AK 牌，好吗？这个二三五七看十二号归谁，我出谁。我认为是这样的，三嘛，你要是想留他和你辩论，我也支持，好吗？二三五七随便你出，我你说出谁我出谁，好吗？行。呵，我枪吗？那你狼团队不是直接裸爆吗？这最简单的一个逻辑，今天全票打飞四。我就问你们，这张四号牌井上发言是什么？他说我这边是张神牌。哎，他要是敢真枪，他在井上不就直接跳了吗？还在井下跳杆枪？因为骑士骑错人了，你现在要找最后一杆枪牌，对吗？因为现在骑士骑错人了，骑士一张牌走了，女巫一张牌跳出来了，我三张冤家牌，你们狼队四张狼牌要找最后一张枪牌刀，这是你们的盘算，这是你四的打算。就我不知道这张六号牌是不是个狼，就这张六号牌还能盘我三十张狼牌。今天把警徽流改了，这个一不验了，我去验这张六号牌，好吧？全票打飞这张四号牌，你们还要外置位找杆枪。就我不知道九号在这边玩什么，没就你要你也去骑这个四啊，去骑这个十啊，我就问你们，这张四号牌井上的发言是不是我这边是张神牌？他要这是张神牌，在井上不直接拍我三吗？直接在井上那杆枪直接拍我不就行了吗？对吗？那么虚，在井下因为九号牌的一个皮子跳出来了，对吗？骑错了一张牌，自己倒牌，自己倒霉，所以你四跳了一个枪找真枪。跳枪的轮次，出四，对不对？出四，错轮了，这个声音有点小。直接把十二给读了，好吗？你要盘二三是双狼，请问二为什么不给我三直接丢金子？佩佩同志，这个枪，这个很尴尬啊。声音真是厉害。白狼爆呀！我底牌是个好人，就是你打了我，但是我对你的防御没有那么大，好吗？运气的那个三魔人，我们出谁呢？骑士和一张好人牌站边，除此之外还有一张一号站边。我看一下啊，其实就是一站十二，三站七。我觉得应该出二吧，出四定义佩佩啊，这有点伤啊，骑士都一头撞死了。等我周一电动好就会报面上。
我靠！哎，什么意思啊？紧张刺激的环节中，一号居然不发言。谢谢一个人走在回忆的街头的互良，直播间差不多都弄好了。啊操！一号的这个画面我要疯了。想想，我们再想想，关键五是不是蟑螂？我觉得五像一蟑螂，所以十二身份有可能是真预言家，四是张好人，那就是二三五七，没有位置可以分，怎么办？出谁？如果倒过来，三是一个预言家，四是查杀，哎，这个问题问的头疼。四查杀十二，四十二一，对吧？就他的位置是四十二，四十二一，还有谁？如果是四十二一的话，我们四这里有查杀，那么二八就一定是二，二还得是狼，二是个公共狼坑。我不，他跳，我他在说什么？他是跳女巫了吗？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什么东西啊？然后仔细想想算了，对吧？就生徒也要玩下游，自己快一点。我是张白狼王牌，对吧？你快自爆！女巫还在幻想着他那四十二一二这个四号，对吧？显然是不现实的事情。四十二一二，我一直以为是玉女骑手的板子，结果没有手位。四十二一二。我自爆把气带走，然后晚上刀一刀三号。四十二一二。我觉得十号牌分析确实分析的不错，对吗？但我觉得十号牌是张名牌，它是张。听不见，一号跳女巫是吧？听不清啊，一号跳女巫不就明吗？十一号也比较铁，我也上人说了，它是一张比较带视角的张牌，它可能是张猎人牌，对吗？就顺序是我把七号带走，对吗？四，然后你自爆，对吗？把三刀了。刀了之后刀十一，然后应该就是对啊，四十二一二，会把八号骑走，对吧？这件事情我也是不知道的事情。就这把如果狼赢了呢，就有个小小要求，求六号加一个好友位，对吗？有四十二一二，我看着声音啊。就仔细啊，也不讲了，对吧？我翻牌带十一，这个啊 okay, 这个肯定是事实了。对吗？啊，我看着带七号，刚刚配备声音太小，确实是晚上稍微关轻了一点。三号是张饮水牌，对吗？就十一号头铁嘛，刀十一，然后先把那个三刀了，三也爆不出眼人，对吗？我告诉你好的，二号是匹狼又怎么样呢？而一号又是匹狼又怎么样，对吗？你们查出不了，出不完，知道吗？就顺轮 CD 是我们领先了。好吧，我觉得六号其实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方案，说要出血，他也是反复战斗。我觉得四十一是六号可能也是张名牌，是我的原始方案吗？八号，哎，我的原始方案谁还记得？我觉得我们轮次够。我的原始方案是什么？我先报七，然后我原始查杀方案是什么？三号是我的原始方案是什么？一四七十一对吧？我觉得，好吗？一号是张，我从上井的位置一四九十二。就是平常送给你了，好吗？啊，一四九十二，错一个。我操，厉害啊！只错一个啊，我都服了自己了。就应该是结束。好，服不服？要加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对，只错一个，六六六，真的呀，这是我井上的方案吗？投了投谁？投死十二。哎，不是，他为什么不自爆？他在搞什么？我怎么有点看不懂啊？什么情况？他不是白狼吗？他不是他在干嘛？哎，白狼王，
白狼王，白狼王就这样出局了。我操，这个他妈的没有自爆按钮了，你敢信这个？为什么我发现我不能自爆？你们跟水毛说一声，我快好了，跟他说一声，去他直播间说一声。就吃不出来，这个没自爆按钮了，这有点就尴尬了，对吗？哎，真的，我这个，我真的，我六号直接打十二。如果十一号，那为什么打这个一跟一四九呢？6, 为什么打一四九呢？因为我觉得，我觉得加个好友。四五十十一肯定出狼。好，没问题，加你好友，所以一定是四，对吧？为什么打九呢？因为再往上排二三八九出一狼，所以排九。一二七八打一。是从你这边是可能有点学的，对吗？就我不能自爆，让你不是让你赢，就是狼队还是有机会的嘛，你说对吧？就一二四号对吧？还是刚才盘二三五七嘛，是任佩佩是狼嘛，对吧？啊，晚上刀三，女巫毒四，还有一二两狼，对吧？一二两狼，二再出掉，再刀三，一号你再变一变，好吗？一号，就一号你再变一变，好吗？就也没办法了，是吗？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没有自爆功能的，对吗？这把我的锅好吗？就我的锅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没有自爆功能进来，这怎么会不能自爆？我发言，凭什么我不能自爆呢？对不对？这是这有问题，好吗？哎，速度快点！哎呦嘿！天黑请闭眼。亚军生图是什么？我就知道要出大事。是什么呀？这个白狼王肯定是没有爆过，不知道怎么爆。四七双死了，哎，哦，有守卫啊！这个十二又。天黑请闭眼。哎，三还没死啊？手环啊，我应该有四个的，我只有两个很不爽。因为它只有这两个颜色，对，我是亚军。天亮了，圈圈有一个吧，我特地带着玩的，右手左手老带着手表很累的，三号死了。四一先发言，就你一号已经爆狼了，对不对？初一吧，你不想让真预言家爆信息。五号一张守卫牌，昨天守的八，过了初一。四号。看一下。四号最后一张猎人。已知十二是狼，我们再看位置有没有问题啊？四十二一样。
四十二一二，看看还没有问题啊。一这个位置无非是置换五嘛，对吧？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骗人的，因为十二号出局是真的以为自己自爆掉就赢了，就并不是一个他就跟那个骑士就十一号一样，他真心以为骑士撞的是自己，对吧？就没有骗人，只要分辨十二当时出局的这个发言是不是骗人的，我觉得并没有骗人。那他点的方案中其实没有五号作为自己同伴，所以本轮我井上第一个发言盲点的一四九十二中了几张呢？一四十二中了三张，好，我很佩服自己。好，这个那么就出一，对吧？我觉得这把游戏就结束了。我操，真厉害啊！第一个发言都能够点到三狼了，出一。我第一次玩这板子，是猎人还是守卫，我也搞不清楚了。先把一出了吧。不会十二号套路我们吧？十二号自爆套路我们，那十二号还是让你赢吧。我觉得先出一，然后明天我。出七，我是个守卫啊，这是四跳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板子里面没有墙，好吗？我第一天就说了，哎，你这个七，你莫名其妙的，你是个女巫，你不去读这个十二，你读我干什么？我第一天就跳神的牌，对吧？守卫牌不怕你们晚上来刀我的，好吗？嗯，出这个一啊，对吧？就是我没有守这个七，这个七不是被毒死的，啊，这个七，如果。对吧，这个七如果是被毒死的一张狼人牌，那么这个四干嘛要自刀，对吗？那四七二十二就死亡结束了。哎，我是个守卫啊，不是这个七为什么不读这个一啊，莫名其妙的，是没有听到一的发言吗？搞不懂，不太明白，搞不明白，是不是他为什么要读一啊？哎，什么叫懵啊？我经过精心的测算，好不好？你们真的说话很过分。我这精心测算出，哎，你们老实讲，我是不是说了一四九十二，对吧？我可是经过推算的，有道理的。我给你们讲一下怎么算出来的。因为我六是一张好人牌，对面十二很有可能开狼牌。那么一七里面为什么我又打了一呢？是因为位置倒算上去的，就把七定位成一张好人牌，然后斜角定位成好人牌。那么五十一两张牌。都作为好人牌，因为打十二是狼，那么四三三四九十里面可能会出一狼，所以为什么打四呢？因为我觉得四的位置离五近，跟我隔快一位置，所以四是一个狼。哎，说了你们也听不懂，所以就是打四是狼，然后最后再往上以二三八九，二三八九这个位置为什么打九呢？因为左边那一列满了，所以打九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我点出一四九十二的心路历程。就我是真的按照这个系统的这个分配去点的，啊，真的呀，你们真的是，没毛病，啊，以后，哎，可是真的是有道理的，位置流，啊，真的是有道理的，哎，谢谢大家来看直播，请换一个我的牌子，我看有多少人换牌子，我去视察一下，好。估计只有二十个人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。啊，三十六个人，稍微多了一点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，我点啊，直接点三了。幸好你。嗯，我操！一号小同学，赶快点结束。那时候李景他们都还没有称号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圣徒大名在玩了。啊，开眼天神不会开眼天神，厉害了！把开眼天神这种称号都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召唤一下腿啊。
跟佩佩说一声主播区啊。哎，看一下，先看一下。我操，厉害啊！这种局右边居然是，哎，右边那个狼呢？啊，白狼王在最下面，哎，真的。